报告委会现在出席委员六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好，我们现在开会，请宣读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21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2月14日星期三，上午9:15至下午20:13，地点：本院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林委员德福等12人，列席委员郑委员天才等12人，列席官员：司法院副秘书长林勤纯，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董事长罗秉成，执行长陈维祥，行政院主计总处基金预算处科长戴群芳，主席由召集委员美女。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审查司法院函送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106年度预算书案。本次会议由委员林委员德福等12人提出质询，委员许淑华等2人提出书面质询。决议：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106年度预算书案。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收支预算部分，总收入13亿583万5千元照列，总支出13亿583万5千元照列。本期余处0元，结缴国库净额无列数，转投资计划无列数，固定资产投资3535万1千元照列。国库增补基金额2000万元照列，补办预算无列数，通过决议14项，请看第19页。三、本案审查完竣，提报院会，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美女出席说明。四、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先介绍列席的官员。首先介绍司法院副秘书长林勤纯，林副秘书长，还有民事厅厅长邱瑞祥，邱厅长，刑事厅副厅长邱明宏，法务部政务次长陈明堂，陈次长，林峰文，林参事，许专勤，许会计长，林邦良，检察司司长，谢谢。法务部矫正署污满营屋署长，财团法人台湾更生保护会董事长王天胜，财团法人福建更生保护会的郑文贵郑董事长，及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董事长，好，也是一样是王天胜哈。好，还有内政部地政司施明次副市长。均荣监督管理委员会法律事务处专门委员李玉德，银行局稽核林秀莲，行政院主计总处基金预算处黄信聪黄科长。好，那我们首先说明，本次的会议是12月19号礼拜一及21号礼拜三是2天一次会。我们今天排定的议程是邀请司法院秘书长、法务部来列席，针对法院及检察署的法警体制现况检讨呢进行专案的报告，并被质询。那第二呢，我们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非营业部分关于法务部主管的法务部矫正机关作业基金收支部分。第三，审查法务部函送财团法人台湾更生保护会、财团法人福建更生保护会以及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106年度预算书案。第四，我们继续审查委员陈超明等23人拟具的民事诉讼法第254条条文修正草案。五，继续审查委员陈超明等25人拟具民事诉讼法施行法第4条之5及第12条条文修正草案。第六，继续审查委员郑运鹏等18人拟具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那礼拜三我们预定排定的议程是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非营业部分关于考试院考选部主管的考选业务基金收支部分。第八，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非营业部分关于考试院全序部主管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收支部分。好，那
审查会委员呢，针对讨论事项一及二所列的议案，包括法务部矫正基金以及刚刚提到的三个保护会以及这个协会的预算书的部分呢，有任何删减预算案决议或附带决议的，都拜托在今天上午11点以前哈，以书面列明项目以及数额提交主席台这边来受理，以便我们可以预先来会诊作为协商处理的依据。那超过时间我们就不再受理了。那我们首先呢进行今天的议程，采核并报告综合询答逐案处理的方式进行。那我们现在好，我们要报告这个进行报告之前，是不是先确认一下刚刚的议事录？我们请问各位委员，针对刚刚的议事录有没有错误或遗漏？好，没有的话我们就确认。好，那现在呢，我们先请司法院林副秘书长报告，时间5分钟。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生女士，今天这贵委员会邀请本院就法院法警体制现况检讨进行专题报告，这个本人代表司法院列席报告，自感荣幸那个仅就本院的意见这个除了已经提出的书面资料之外另外在书面资料摘要报告之后，会用这个口头再做一些补充。那在这个书面资料，主要的是针对针对这个法警组织编制、任用、升迁、管理、奖励、勤务及人力配置等等事项这些事项它的根据基准是来自于法院组织法，第二个是法警管理办法，第三个是台湾高等法院及所属各级法院法警执行职务应行注意事项。那在组织编制这一部分这个是法警长、副法警长还有法警任用升迁这一部分这个相关的规定就请这个参照这个法院组织法、法警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那在这个管理这一部分这个在法警这一部分是由院长监督指挥，并且由这个书记官长还有这个法院其他长官这个庭长、法官等等都有这个监督的这个这个职务可以监督行使监督那此外实际上是由这法警长这个监督这个法警执行职务在这个奖励部分也是由这个书记官长等等这个可以随时报请这个院长处理。那在各位所关心的这个勤务还有人力配置部分这一个部分法警办理的这个司法警察事务，包括了执停、送达、拘提、同行、搜索、扣押、执行、警卫解送人犯，还有其他有关事项，譬如这个值日、值夜那这一个相关的这个拘提、同行必须的人力部分在法警执行职务应行注意事项里面都有做一个人力的一个比例的一个规定还有对于警卫警卫的那个时间解送人犯的时候，法警与这个人犯的比例法警应具有的人力执停的时候的比例值日值夜应至少的应最低的人力都有相关的规定都有相关规定，这一部分就如同这个既有的规定来处理那至于在目前的现况检讨部分这一部分是请容许用口头做补充那到2015年11月30号为止本院所属的各机关法警法定员额上限是2931人，预算员额1113人现有人数1043人，出缺74人这些不包括法警长、副法警长。那出缺人数最多的前三个机关分别是台湾高等法院11人、
台北地方法院13人，新北地方法院6人。那其余机关除了这个最高行政法院、台中高等行政法院、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智慧财产法院、金门高分院、南投地院、彰化地院、桥头地院、高雄少家法院、台中地院、宜兰地院、澎湖地院、金门地院、连江地院无缺额，其余各法院分别缺额5到1人不等。那在这个执勤啊，我们这个给这啊这个执勤啊，执勤方面我们是支付了这个执勤费啊。那另外在这个职务方面也这个一个专业加级，每人每个月是讲2700元。那在改进方案部分啊，改进方案部分啊，目前啊人力不足部分，按照规定是以可以以这个职代方式来取代，来暂时替代。但是这一部分因为法警的工作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啊，那在人力的这个职业的啊职代的这个配置部分啊，这职务的安排部分啊，这个要必须要麻烦啊各法院来做处理。那个中期部分啊，我们是期待能够检讨这个执行费专业加级。那远期部分啊，是能够提高预算原额，才能作为一个根本的解决。那以上报告啊，敬请主席委员及各位指正，谢谢。好，谢谢林副秘书长。接着请法务部陈次长报告。法务主席，我们一起报告了哈，是不是？其他好。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那有关于华警的部分，大致上我们的情况跟司法院刚才所报告的是一致。那因为如何增补华警力、提升华警人员的素质、落实执行这一部分的话呢，那有一些困难点，就是说在员额编制上面的话呢，华警现阶段呢受制于这个中央行政机关总员额法的限制，所以呢一直没办法增加。那过去我们有一些改进的措施，在我们的书面报告请参阅。比方说第二页里面有提到转程里面希望能够增加志工，第二个是以保全替代人力，但是核心的工作，华警的核心工作是不能用保全的，比方说保全只能做门警门卫的这个部分。第三个是以替代役来支援，但是跟协助替代役也是不能完全取代华警的核心工作啊。第四个是如果有出缺，在没有考试禁用以前，那可以用职务代理人，这些呢只能支援一部分的。那当然，这中间还会涉及到我们经费的问题，因为这些支援如果是用这个替代人力的话呢，还需要用到业务费，业务费的话又受制于整体总这个预算总额的这个规定，所以呢，这个困难点在人与钱方面呢需要搭配，所以最终的话，我们建议是希望能够在华警的严格编制方面能够再松绑。那在中层的方面的话呢，我们有在希望在考试规则里面呢，希望透过这个结构来比，当然因为考试不能够分这个性别啊，那所以过去以来的话呢，女性考上法警的人数比较多，但是呢，受制于执勤或是深夜值班等等这些的困难点，所以呢，最近要考虑说要不要在某些特殊的地方呢，那需要或是高危患防患高危险群、高危险人患脱逃等等高危险工作的话呢，能够在男女比例上面着作微调。那长程的方面呢，是希望就法警的核心跟非核心业务呢，能够再区分。目前这个法务部统计呢，各地检署所提报合理的华警人数呢，跟目前预算人数的差距是270名，外界有传说说有到2000多名，可能在计算上面呢有点差距，好，这一点我们可以再做这个深入的讨论。那希望呢能够在人力方面呢能够再补足。另外有关于在这个本部所主管的财团法人预算的编列部分的话呢，法务部所主管的财团法人呢一共有3个，一个就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一个是台湾更生保护会，一个是福建更生保护会，一共有3个。那在法院登记方面，我们在书请刊业书面报告啊。那在106年的预算编列情形的方面呢，本部主管的财团法人106年编列一共是4亿4328万9000元，那编列的支出预算是4亿4468万2000元，各财团法人的剩余跟短处这个折户底以后呢，是短处139万3000元。那这个3个财团法人的资产有
一共有19亿7917万3000元，其中大负债有9021万元，其中资产最多的是台湾根生保护会，这个是因为从当年接收日产来，那我们的台湾根生保护会呢，一向对于资产呢都抱着戒慎谨慎的这个态度来加以处理，哈、哦，并没有浪费财团法人这个资产的这个情形。那有关于这个本部财团法人的预算啊，请各位委员能够参考书面的这个报告。另外，有关于106年度矫正机关作业基金附属预算的部分的话，那我们在105年矫正作业基金这个预算进行，我们也有书面请参阅。在我们书面报告的这一部分的书面报告第一页到第六页呢，有这个四大点。第一个呢是要强化作业绩效，增加业务胜率；第二个是要强化收容人的技能训练；第三个是要提升矫正机关的形象；第四个要培训作业及技能训练的指导人员。那预算指引情形也请各位委员参阅。在106年度的重要预算，在我们报告里面第9页到12页，那主要的在办理收容人生产作业方面。面向还有在办理收容人技能训练的这个面向，还有推动受刑人自主监外作业的这个方案，这一部分的话呢是比较特殊的地方，其他都是按照正常的情况来处理。那有关于预算编列情形，那请各位委员参阅在书面报告的第十二页以下啊，这是在106年部分营运计划，还有我们在13页里面有报告总收入，我们编列的是10亿6620万4000元，较105年度啊是有增加318万4000元。那成本呢是编列了11亿1278万5000元，较105年度是增加了3595万。那收入是短促预算4658万1000元。那相关的这个重要计划，请参阅第17页。那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谢谢。啊，谢谢陈市长。请问王董事长有没有补充报告？没有。好，谢谢。请问郑董事长有没有补充报告？好，谢谢。那我们各机关所长呢，大概已经有报告完毕。我们现在进行询答，每位委员发言的时间是8分钟，必要的时候延长2分钟。我们一样上午10点半截止登记发言。现在请登记第一位的段宜康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我们先请法务部陈次长。请陈次长。早。次长您早，我今天要先跟您询问一个跟今天我们的主题不完全有关联的题目啊。我想今天上午啊，您大概也看了媒体的报道，关于去年8月。有一艘从东港出海的这个远洋渔船，这个福四群号啊，那么在去年8月25日啊，这艘渔船是一个小型的远洋渔船啊，船上只有11个人，那么有一个印尼籍的渔工死在船上了，8月25，然后这个渔船就回航。9月9号，屏东地检署的检察官跟法医去验尸，然后呢，在去年的11月10号，就是2个月的时间呢、啊，这个案子就签结了啊。那么死亡的原因说是病死，说他是在这个渔船的这个在高处啊要晾衣服，后来跌倒了，所以他的膝盖这个各有一个伤口。那么后来感染，那因为这个坏血症而死亡，但是呢，他的身上多处有伤痕，包括耳朵，包括手背，包括很多地方都有伤痕。然后跟他同船的另外一名印尼籍渔工录了3段影片，这个影片我们当然看不到啊。7月21、7月23跟他要弥留的时候，8月25各录了一段影片。那后来呢？这个案子呢，因为发生了这个案子之后呢，在去年发生之后，包括国际媒体，包括 BBC， 或者包括印尼的媒体，或者包括台湾的劳工团体，也都非常重视这个案件，啊，有的像 BBC 有大幅的报道。
那我们的监察委员也去调查了这个案子，然后最近这个调查报告出来，所以您看到这个新闻了吗？看到。这个调查报告说，这三段影片，因为有一段有一个影片，它全部都是用中爪哇语，第二支都是中爪哇语讲。那么第一支呢，有一段是用中爪哇语，所以屏东地检署找的这个通译啊，他听不懂，好，因为中爪哇语不是他的印尼的官方的语言呢、啊，他可能是他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方言呢、啊，他听不懂。然后听不懂，结果屏东地检署就把这个案子就牵结了，就用病死牵结。那我们看到媒体的报道，这里面说到，说包括轮机长、包括船长，还有两名的印尼渔工，其他的两名印尼渔工，都打了这个死亡的这个印尼渔工，而且这个跟另外一个在拍这个影片的这个印尼渔工跟他的对话，把这个过程都有叙述。所以我今天不是要质询法务部这个个案，我是要请问哦，从去年这个案子发生，屏东地检署把这个案子牵结，然后引起争议，法务部做过什么调查没有？好，这一部分的话呢，那法务部有要求行政纪检再重启调查，但目前他们在调查中。什么时候重启调查的？细节的资料大概什么时候？是去年呢？还是今年？应该是今年的，应该是。所以是监察委员开始在调查之后，你们才重启调查。可能就我初步了解的这个部分呢，是原先的信息是资料不足的。好，我们也后来了解的是资料不足。那经过有陈请，还有监察院在调查以后呢，那也我华部也被约询过，啊，也是了解，确实是有问题。哦，所以在这部分呢，应该是今年年中吧。哈，详细的这要跟委员。那我能不能问另外一个问题？嗯，如果监察院没有调查呢？嗯，还是可以再重启调查，还是可以再重启调查，可以。所以是重启调查。嗯，那对于检察官，如果有办案疏忽，或者是草率办案，好，我先要跟您请问的是我们的制度问题啊。好，那我们可以怎么做？也就是说，我们先不谈违法了哈。我们因为违法就是这个法律处理嘛。如果在办案品质不好，或者他有行政上的这个疏失，那除了我们检察官的评鉴之外，我们还有什么行政手段可以处理？因为目前的法官法对于检察官的部分的话呢，有一个是送评鉴，好，那当然可能是要送监察院；另外一个的话，可以做一个那个叫职务上的叫我们一个有一个。内部职务的应该叫做就是外面所说的惩处啦，哦，职务上比方说警告啦，哦，那你惩处要经过什么样的程序？那就由检察署来报，哦，来报的话报到我们报高检署，然后转报我们检审会给部长批。那我请问哦，这个检察官把这个案子牵结了，他需不需要经过他同组的这个主任检察官同意？基本上要经过主任检察官到检察长，都要同意。要同意，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主任检察官跟检察长要不要负责？如果是有严重疏失或重大疏失的话呢，应该要在层级来负责。这个部长呢也要求，在最近以来呢，已经在各个场合里面呢，要求首长。主任检察官呢，应该对整体的检察事务，他属内的检察事务呢，要负相当的这个责任跟注意，就先注意，然后呢，要督导，然后要负该负的责任。我觉得我们既然，我坦白讲啊，检察官到底是司法官呐，还是这个还是事务官呐？我坦白讲，这个我们你也知道，这个有一些争议了哈，到底是行政官员还是司法官员啊，这个有一些争议。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既然是检察一体啊，既然是他是有指挥隶属的关系，当然要负责啊。除了这个之外，我要请问，好，他现在是牵结，牵结要经过主任检察官，要经过检察长。如果这个牵结的过程是草率的，要负责之外，那如果是他这个侦办的这个侦治案的案件，他如果是起诉或者不起诉，要经过主任检察官
或者这个起诉书上面有主任检察官的名字吗？起诉上面没有，没有，除非是协同办案，共同办案。我知道，我们现在强调共同办案。是啊，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嗯、也就是说，我这个案子今天如果签结了，这个讲到好像这个主任检察官、检察长都要同意，可是我今天把一个人起诉了，就是这个侦办的检察官，那你同组的主任检察官不用在这个起诉书上面或者不起诉书上面也要具名负责吗？没有记名，但是他这个文书上面的哈内稿你也有盖章嘛，他有盖章，他只要说经过行政作业经过他，对，对，但是你这个起诉，你不是这个检察官个人起诉你，嗯，是这个地检署他代表国家去起就这个刑事案件起诉了这个被告，嗯，对不对？对，那怎么可以只有检察官这个个人起诉呢？应该是这个检察署去起诉你。去起诉了这个被告，起诉了尤美女，起诉了周春美，起诉了段宜康，起诉了这个许淑华，起诉了你陈明堂，是代表国家起诉你啊，那怎么会这个检察官个人的事情呢？因为如果说这个起诉的品质不好，如果说这个我们讲这个烂诉，好，或者是这个侦办的这个技术不好，那也是国家要负责啊。那我们没有办法叫国家负责，我们不能叫行政院长负责啊，不能叫法务部长负责啊。照道理说，你这个这一组的至少要这一组的主任检察官，他的名字要在起诉书上面啊，或者甚至检察长的名字要在起诉书上面啊，是不是这样比较合理、啊？这个部分我们在做检讨了，因为从司法改革的观点呢，事实上我们现在法务部也在做司法革新的这个咨询小组，也有在考虑委员这个意见呢，我们可以再带回来参考。因为照诉讼法的规定的话呢，是检察官起诉了，所以检察官的具名，目前的诉讼法是规定是这样啊、哦，所以不是整个署，那个跟总长跟高检署检察长他在意案件就不一样，总长的侦办案件就不一样了哈、哦，那这。因为一审的部分是用检察官名义起诉，那整体要不要不需要来做改进？但是，这个可以再思考。但是呢，就现阶段而言的话，我们可以做的是一定要做加强行政监督，有责任就该就责，就应该要负责。这个部分我今天会有一个这个针对法务部的提案啊，要求就这个部分做检讨。好，好，要求做这个部分，不要把我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司法国事会议。我们应该要做的，对，觉得有问题的，是或者要修法，或者要定规则，或者内部要要求，我们请法务部给我们一个具体的保证，好不好？好，谢谢。谢谢段委员，我们接着请林德福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同仁，法务部陈次长，还有与会各列席官员，是不是请那个陈次长？请陈次长。次长早，次长我请教哈，因为我们都知道上个礼拜哈，西班牙又有两案啊，这个电信诈骗集团，这个被抓，好，那经过我方确认了，这个至少有39名的。台籍这些嫌犯，哦，这个涉案，哦，那但是有外国的媒体却报道说，到目前为止啊，有4000多位台湾民众因涉及两岸的诈骗这些案呢、啊，遭中国这个抓获哈、哦。那请问，两岸电信诈骗集团案被抓的台湾民众到现在为止，到底一共多少人？就我们上个礼拜五哈做初步的统计结果，从2010年到2014年底，那从在海外哈就海外涉及电信诈骗被遣送回台湾的，大约有2400人左右。但是哈、哦，国外媒体是报道4000多人、哦。那应该媒体上的计算，我们是觉得有点错误。那我认为说像这种状况哈，你说他计算错误，啊2400多人，他披露4000多人、嗯，这个让外界啊，这个国外。哦，这个感觉说好像我们变成一个诈骗出口国的这个出口王国这样的一个骂名，你认为我们是不是需要适度的
对外来陈述做说明。这个是我们有陈述过，上个礼拜五我们有发新闻稿说，外媒报道就是从西班牙了哈，西班牙那边报道出来说有4500人跟来自台湾是跟实情不符，要我们有发。对啊，我认为这个一定要，你不能总不能背那个名字。对，其实哈，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啊，是因为在整个国际上，确实你看，这些人哦到国外去诈骗，然后人数又那么多，抓到对岸去，哦。那变成好像我们是一个诈骗王国，是会让外界变成这样的。这个变成诈骗王国，这个是对台湾形象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当然是不好啊。注意过哈，不要从事这一种的不法行为。对，那个到目前为止，陆委会这个还在跟中国喊话，那希望两岸啊在以往的合作基础上，尽速来展开沟通和合作。那请问短期内两岸推动的沟通，你认为有没有条件？沟通是。以华务部的业管来讲呢，我们跟大陆的公检法司方面的话沟通是有，但是呢，在具体的个案方面呢，目前的进展是没有哈。好，我说讲是个案哦，但是一般讯息的资料的互动，像这一次的话，我们也跟大陆公安部也反映，希望能够秉持过去的这个共同打击，对啊，共同侦办。那共打到现在到底是不是停摆？我要了解他的时机。五二零到现在就是今年呐、啊，今年到现在是停摆、嗯。停摆哈，完全没有互动嘛。但是呢，资料的互通有，比方说我们送打击，他们送打击。我知道啊，只有资料书面那个。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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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事实上就是完全没有作为嘛，因为你共打就是要双方面能够取得一个共识嘛。嗯。哦。到目前为止几乎都没有。不过这样的哈，因为他们今年也有归还台湾有一笔钱，一笔这个100多万的那个台湾的被害的部分，是这也算是具体之一。对的，那你认为现在在完全没有互动之下，这个共打没有互动之下，是不是代表我国政府现在完全没有办法介入协调，把这些犯案的这台湾人带回来？没有办法，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跟在商反映过了，希望能够具体，不过这个是要一点时间来做沟通。嘿，这样哦，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讲实在话，从五二零以后哦，这个可以说几乎啊在共打部分啊只有单方向嘛，只要在这个国外所抓到这些台湾诈骗犯几乎都是送到对岸去，根本我记得只有这个先前有一次哦，有带一些人回来，但是回来到机场就放掉了、啊。没有，后来还是有收押，有对不对？哎，后来因为最主要哈、哦，那个案子是马来西亚的回来的20个人，那当时的资料不全，不过隔了几天以后呢，资料再补强，有收有羁押了。这样哦，有、哎、那个次长，我再请教哈、哦，因为105年九月底，全国51所矫正机关核定收容的有56095名，实际上收容是63043人、啊、哦，那超收的比例达到12.39%哦，那请问短期内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啊、这个超收的这种状况？那目前来讲没有到十二了，到上个礼拜四哈、哦，上个礼拜是12月15号呢，目前超收比例是10%啊，10%没有12.39%，没有的，那个是前几个，不过这个是有浮动性的啊、嗯哦。那基本上呢，我们还是在我是说到九月底，九、哎、月底那时候可能是高峰期，12月的哈，哦，高峰，因为九月底我有做过一个统计比例哈、哦，没错，那时候是高峰期是达到它的收容数63043人，那实际上超收比例是12.39%。那我现在就是说，像这种超收的现象，那监所的迁建啊，或者是要原地改建增建，是哪种比较有效率，可行性比较高？我们基本上呢，现在先从前门跟后门政策先做了哈。前门的话就是说，希望法官的判不要入监的，那当然是这个是使法院。那在检察署的部分呢，希望能够用透过缓起诉啊，这个时间不起诉啊。那另外呢，希望能够一颗罚金，一壶社会劳动，这个尽量减少入监。第二个，在后端来讲的话呢，那我们加强加速的审核假释从宽政策，这一点来讲，那基本上呢还是不够。那所以现在又增加了一人一床，还需要空间。所以我们目前规划呢，是以3个监狱的就地增建作为一个，就是营二间，一个是彰化看守所的增建，另外一个是巴德外一间的改建，这一部分的话来做一个舒缓。市长，我请教哈，因为这个到目前为止，矫正机关的硬体设施多半在1960到1980年代新建的，那其实现在这些设防多半是老旧，而且是狭窄。
哦，那请问如果法务部要改善这些硬体的设施，你认为需要多少的预算？目前我们出估大概要40几亿，大概要40几亿。40几亿、我们也向行政院来做争取的，报告过。那光是现有的这些矫正机关，这三个而已哦，其他的不包括。三个，对啊，那、你现有的这些矫正机关，它的作业基金足够来支应吗？不够。对啊，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也是，这个有需要哈、这个、我们法务部这边来哦，这个。极力的争取，我们在极力争取、要来做改善，因为现在政府、也很重视矫正改革啦，这改革，所以这一方面我们也积极在跟行政院，因为这涉及到这个整体预算的结构问题，所以我们向行政院跟这个相关机关来做沟通了。好，那我再请教你、因为、对于这个侦办案件有消息外泄或披露给特定媒体，违反侦查不公开这个规定，造成社会这些争议等情形。那法务部也你说相关的作业标准流程，那待检察长会议啊通过后就发布实施。那请问这些消息外泄的状况是机关这个泄密多，还是也发生这个媒体泄密的这种状况？依您看，这个部分的话呢，在上个礼拜一的这个检察长会议里面呢，也做成决定，那由台高检要报法务部来，基本上呢是有来自各个层面的，包括检察机关，包括检察机关的内部人员，包括司法检察机关等等呢，都需要共同要去努力来改善的。那个次长，因为现在有一个状况，如果取得公开，这个不公开的这些来源都是特定的媒体，那么难道没有办法反推得知抓到这些泄密者吗？依您看。我们认为说应该要尽力的去抓到了，因为他特定媒体，我相信他绝对就是有特殊的管道，那其实透过他们好像变成独家新闻一样，但是讲实在话，这个有的变成说根本就是变成一个泄密，对的，侦查不公开嘛，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是站在法务部立场，你们一定要严加的，我们要严加的去反推去控管，甚至于这个绳之以法把他抓到，对，我认为这是法务部的责任嘛。那个去年的案件的话，我们就抓到我们的调查官嘛，那我们绝不护短了。那法务部长呢，邱部长这方面呢，也非常的严厉要求，也请台高检王检察长那边呢，也做了整体性的规划。我们希望能够在短期内呢，能够获得立竿见影的改善。因为发生这些消息外泄或披露给特定媒体，违反侦查不公开这种规定，造成社会的争议。那法务部现在要管，那对于已经发生泄密的这种案件，是不是应该要继续调查这些泄密者？要。上个礼拜台北地检就针对 W 饭店那个案子呢，对司法警呢就是应该是信义分局嘛，做展开某种程度的调查，但结果会怎么样我不知道。那个次长，因为会泄密一定是有对价，如果在侦查过程中，建立内稽内控的这些程序，是不是更能够防止这些泄密整个事件的发生？对，没错。那对于侦办泄密的这些导证，法务部在11月2日已经邀请调查局啊、廉政署啊这些方案内容做一些当面的研究并且交给各级检察署表示意见。那会诊12月11号检察长会议通过发布实施。那请问检察长会议是不是已经开过会通过？有没有？有。那未来如果真正要实施，是不是一定不会再发生这些泄密的状况？会不会？我敢保证100%了，但是我们会尽量让它减低到没有了。那如果要是有媒体仍然报道，那会不会对特定的媒体来进行必要的搜索？你认为？具体的方面的话呢，我们就尊重检察机关还有台高检的监督。我认为这是有必要因为你要是说一而再再而三，而且都是特定媒体，我认为这个就是有问题。那你要是说没有去进行搜索，就变成一种纵容，对不对？那我认为在当政者，不管是任何党派，你去执政，这个都要一视同仁。不是说我这个党派我来执政，然后某个媒体可能跟我比较近比较好，那我就放一些资料一些消息给他，这个照理讲侦查不公开吧，你不能泄密啊，但事实上就是呈现的就是如此，你说对不对？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那目前这个华警人力不足训练不足成为一个常态，那一直以来有不少这个
法律系学子将华警当成是生涯的一个跳板，那转考律师、书记官、司法官等等，更有人直接转调一般的行政部门，都是造成华警数职这个青黄不接的主因了。那请问要怎么样让华警的流动率降低？那个基本上可能要增加员额，但是这是涉及到总人力的问题的哈。啊，员额的部分如果能够解决的话，应该是可以解决一大部分的资料。那其他的就是加强它的保障了。对，最重要是不是华警的权益保障？对，才能够真正改善现在的问题。没错，对不对？那个次长，因为由这个院检华警组成的这个中华民国华警协会前天成立哦。那协会执行长说，协会具备准工会的性质，将致力争取华警的权利。由今年多起人患呐、这个逃脱这些案来看，更凸显华警体系的困境。那请问现阶段华警的质与量是不是应该有提升的必要？有必要，有必要，有必要哈。那调整薪资结构是不是也有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也可以再考虑，因为我们初步来看，出任的三等管理员呢，大约月薪有40,530块，不包括加班费了哈。当然呢，在某种层次上面的话，可以再做强化。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个区块，站在华务部立场，还是要相当重视，对，好不好？好，哦，好，谢谢。好，谢谢林德福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张宏禄委员。主席，我请那个王检察长啊，王董事长。好，请王检察长、王董事长。嘿，那个董事长哈，我想请问你一下了哈，我们根生保护这个协会啊哈，是，其实历史是很悠久的，大家都知道了哈，甚至啊哈，是先有这个组织，之后才有去立这个根生保护法，哈，所以你看哦，我们民国35年的时候就成立这个组织，哈，然后65年哈，然后才立这个法，我想请问一下哈，是我们这个目的到底是为何？这个我们最重要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要协助呢出役人呢，这个他出役之后，他能够被社会接纳，而且他能够自力更生，那防止灾患，以保障呢社会的安全。这是最原来的啦哈，但是其实后我们也知道，他也有包括自行保护的人嘛，是、哦、也是可以的嘛哈，对，好、哦，那所以呢，我想说哈、啊，我想请教一下我董事长，从立法的目的来看呢、啊、哈，是，我们推动这个更生保护制度啊，你觉得到目前为止算是成功吗？应该算成功的，算成功，是，但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这些出役人啊，在我们更生保护法里面是采取他愿意来接受我们保护的，很多人他是不愿意来的，尤其现在社会的经济的发达呢，他认为不需要你更生保护未来发达，所以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办法去接触。我们有接触了，是他自愿来的，还有矫正机关推荐的，检察机关推荐的。所以啊，我觉得有一些事情我们要探讨一下了哈。是，如果以你的这样子的观点来讲的话了，他自愿来的，我们才去处理，那你认为这样子才是成功的？那如果他自愿来的只有100个，你就辅导100个，我那当然很成功啊。是，可是我们每年的人数有多少？我觉得我跟你的角度哈完全不同。好，是。我想先请问一下了哈，我这边呢哈，我有一个数据表了哈，我就直接跟你讲了哈，我认为了哈。受刑人再犯的比例啊，从100年哈到我目前所到100年到104年，受刑人再犯的比例，你认为是增加还是降低？受刑人再犯的比例对，这一部分就是等于说了，有前科的比例再犯的，你认为是增加还减少？是增加的，尤其毒品犯是，对嘛，增加嘛，是对不对？啊，我们当然也知道很多大部分都是毒品犯。好、哦，对不对？
那如果在这个增加的情况之下，您刚说的，你认为这个更生保护制度是成功的？我想请教您的看法，你的成功的点在哪里？这个报告委员，我们是将这个特别个案的来给他辅导的，让他不要再继续换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呢是成功率是比较高的。那当然呢，有很多人呢他就没有这个继续来接受我们来给他保护的话呢，那这部分真的是就我们没有办法来掌握。其实这一立法的目的当然不是对特定的一部分人啊，是应该是要以全面来看啊。是我的观点是这样啊，我的观点跟你不一样哎，你觉得呢？那我们将来的这一方面值得我们再努力的哈，就是说如果真的这个人是我们由来给他保护必要的话，我们来主动来接触他。我觉得这个立法的目的并不是像您说的哈他自愿来的我们才有，没有的我们好可以当作不管。那这样我们设这个更生保护协会，那我们这样子有什么意义？我觉得这个态度跟一个观点，我觉得我今天必须要跟你做一个很明确的沟通。好那委员谢谢啊，因为更生保护法里面它这样的规定了哈，那呢我们执行上面是原则上是照这个规定来做，我们将来是这一方面规定是规定啦，但是一个政府的一个施政一个作为成立任何一个协会，一个它的目的当然是要把它做大把它做好才是啊， 是不是？是对不对？对嘛，那这样子跟您刚所说的其实是有点背道而驰哦，是不一样的哦，对不对？对，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应该要好好的去检讨。我不认为哦，你看哦，而且这个更生保护法是民国65年制定的，距离现在多久了？社会的变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你还说这个规定什么？我觉得这个观念不对啦，我觉得我们要改变这个观念，是我可以吗？可以，你们可以回去检讨吗？我们未来建立法务部呢，是不是更生保护法要来做一个全面性的这个检讨？因为如委员所讲的，这个定了很久了啊。我是认为应该检讨，而且我也不认为说你是建立法务部啦，本于你的职责，你本来就应该要求法务部。当然啦，你的身份特殊啦，又升迁两个。不过如果以这个组织的来讲，你本来就应该要提出所有的新的方案新的建言嘛，是这第一个。所以我认为我们更生保有很多该检讨的空间啦。是。那我们政府当然啦，我们是来协助出狱人自力更生啦，避免再犯啦。但是就像我们刚所提到的啦，你的身份其实是很我认为啦，你会有没有觉得在你的工作上你会有角色冲突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是不会的，不会的。但是怎么说？这个委员问的是说，我一方面兼更保的董事长，一方面是换保的董事长，还是因为不是？你又是检察长，是对。那呢？因为这样在这个现行的那个做法上面呢，我们可以要求，因为我们总会呢在各地呢都设有分会，只要有地检署的地方都有分会。那呢，我们可以请呢这个当地的地检署的检察长呢来帮我们推动这一方面的这个工作，尤其我们都聘各地的检察长呢当荣誉这个主任委员，还有呢他们的行政人员呢也在可以准许的范围来协助呢我们做这个保护的工作。我请问你一下，各分会的主任委员大部分都是什么样的人？都是当地的我们热心的人士的人员，就民间人士嘛。对，就直接讲民间人士的嘛。对，民间人士，对不对？对，是。那你看法务部也有保护司，那我们这又有更生保护协会，然后我们各地的主任委员或什么各分会的，又都是民间人士。你看，一方面好像政府要做这件事情，一方面又是民间的人士来协助，你不会觉得这样子有点不伦不类，然后去推动上有相当大的困难吗？
包围我们呢，这个各分位呢都由我们的专任人员，哦，都是专任人员，有主任啊，有专员在里面，大概每个分位呢配有啊这个一到呢六个人啊。我认为啦哈，这个会变成哈不公不私啊，不上不下了。没有政府大力的支持，按民间也没有大力的澳援呐，会造成你推动上哦有相当大的困难。好，我来自基层，我很多的声音都有听到，所以我今天才会特别哈跟你说这个啦哈。好，谢谢。另外啊哈，我们这个根生保护基金，我们现在的执行是如何？你说那个基金哦，嘿。我们是因为财团法人，我们这个是有固有的财产，啊，还有另外呢是啊，每年呢法务部呢有给我们补助，那呢我们原则上呢是啊这个活化我们的资产，这个我知道了哈。如果你要讲资产的话哈，其实我们接收了很多日产啊哈，啊我们其实啦哈也应该有效的利用了，是这个我觉得啦，有的地方又在金华区又在什么，我认为这个应该有效的利用了哈，是但如何利用我觉得应该好好的讨论了哈，是另外最后哈我再请教你一个，是你知道我们根生保护会的安置处所呢哈大概有几处，我们现在目前呢有26处哈，这个26处那可以安置多少人，大概看那个情形，有的安置处所呢是专门呢啊做啊这个戒毒了，有的人是啊临时做保护性的。另外呢，有儿童学院呢，那儿童学院呢，大概都是啊这个我们法院的啊这个法官的裁定来交给我们来啊这个暂时来安置在那边的。不，我跟你讲了，我直接讲了哈。你虽然是26处了哈，但是你实际上能安置的只有326人，啊，这边中间还要扣掉哦，哈，扣掉有艾滋病的，哦，精神病的5处，这些不可能跟所有人混在一起嘛，对不对？没有错，对不对？而且还有儿少的啊，对不对？是，哦，还有成年，还有戒毒戒酒的哦，是，我跟你讲了，我是认为啦，其实像这个东西，你说有跟民间配合。现在民间有很多戒毒或戒酒的一个机构，好，那甚至有很多教会啊，有很多哈，哦，这些他们在做的，我觉得这个也都是我们可以互相配合、互相信任的。你看，全台湾只有26处，只能够安置326人，啊，我是觉得哈，哦，有很多了，尤其是我们刚一开始讲的，在累犯的人呐，啊，哈，毒瘾的很多了，是，哦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跟很多教会啊，跟很多哈这种民间哈有公信力的一些团体哈，我们可以跟他合作，哈，然后配合他们来戒毒戒哈这个戒酒。我觉得这个方面呢，啊，我觉得我们做的不够，我们必须再加强。好的，谢谢。好，谢谢，我们朝这个方向来努力。好，谢谢。好，谢谢张宏禄委员。好了，我们下一位请周春明委员。谢谢主席，那还是请法务部的陈明堂那个政次。好，陈次长麻烦。委员长。次长早哈，我们今天审的一些预算，有些都是缓起诉处分金的一些拨用嘛哈，等于是他们的一些。这个补助，那我们缓起诉处分金的运用有这个相关的法规嘛？哈，缓起诉处分金跟与认罪协商补助金、认罪协商金补助款收支运用及监督管理办法。那请教次长，就是说缓起诉处分金的决定，那个法务部有相关的办法或者一些要点在督促或者指示吗？有。那事实上哦，现在所有缓起诉金，包括那个缓刑的附加的这个金，都全部归国库了。全部归国库。国库以后呢，那由政府预算再拨回来，等于是属于公务预算
之一哈、哦。那拨回来以后呢，那现在不是各地检署自己审核的，就是补助啦，就是你补助的方向。对，不是。那我要问的是说，甲官他在缓起诉处分金是甲官跟被告在协商的嘛？甲官在决定这个缓起诉处分金的多寡，或者要不要缓起诉处分的这个决定，你们法务部有相关的一些办法或要点要求吗？嗯，有规定，你们那个资料有没有？有。现在各缓起诉金不是，那你现在细节。缓起诉处分作业要点。哦，有一个作业要点呐。就作业是说处分金拿捐到国库之后你们怎么作业嘛哈，那我先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但不是个案啦，就是说常在我们地检署的时候，因为就是在一审嘛哈，一审地检署的时候，检察官呢他明明知道说哎、欸、被告有其他的案在查，但是呢他为了他手中这个案件他比较容易侦查，他会希望说你被告认罪，我给你一个缓起诉，那被告又于说这个侦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条件，当然他也会跟他的辩护人商量，只是说最后大部分都会决定说哎、欸、今天还检察官愿意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恩惠，这个案子不给我处理，那我就捐我就是缴这个缓起诉处分金，我可以在这个案子赶快的这个全身赶快的退出，但是他没有想到他还有其他的案件嘛，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认罪，然后缴了这个缓起诉的处分金，可是呢没多久可能其他的另案检察官查了他案子嘛，本来这个案子就挂在地检署了，但是就认为说那你这个情节我就是要给你起诉，起诉后到法院的那另外的检察官就认为说那你既然有一个案子在起诉了，我这个案子就不宜就给你缓起诉就撤掉，所以呢等于是说他原来他信任检察官给他这样的决定，他认为检察官应该是要充分考量他的相关条件才会给他这个缓起诉的一个建议，那我们认为我就在民众或者被告或者辩护人的这个看法是说，哎，检察官好像是这个等于是国家在拦路取材啊，哈，就是说我今天利用我在调查你的一个机会，那我认为我抓住了你想要从这个案子赶快退出，不要再被侦查调查这样一个送雷的一个心理的负担，所以我就给你缓起诉，但是没有多久，我这个缓起诉就撤掉了，这个处分金也不可能还给他，那这个情况，这个法务部要怎么样？法务部有去统计过说，就是说在现案他有其他的前科，或者在主任检察官或者高检署在审查这个缓起诉处分当不当、妥不妥当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应该有，因为缓起诉的话要依之前送在役嘛。对，哦，对，高检署也会统筹。那基本上呢，这一部分应该，但是还是有这些弊端呢，啊。就我们在这个一般实务在。这个基层实务上面是说，好吧，既然检察官要让我缓起诉，我就认罪了，就是说就是在这部分认罪，他就认罪之后我缴了钱，但是到最后我还是会在这个案子还是会被同样被起诉啊，这样的案子你们不知道吗？不应该有这种作为啦，那基本上如果有的可能是，那怎么督促呢？确实是有这种作为，我只是不好不太想在这边明白讲是哪边，而且是普遍的一个大案子，好多的厂商，然后十几个，那我就每个案子、每个厂商、每个乡公所给你缓起诉，应该不会这样吧？应该有、啊，如果有资料，拜托委员给我们，我们会去检讨，好不好？就是我一个案件，不是我的案，不要为了结案的，不应该为了结案，不应该。但是很多检察官就是为了结案嘛，我们自己也很清楚他那样的心态。这个不对的做法，我们回去会检讨。为了结案，当然有两个因素嘛，第一个快点结案嘛，第二就是说让我这个案子好办嘛。但是他有没有去想到说他这样的一个取得人家的证书的一个做法是有值得争议的，哦，这个有争议，这个不对，当然是有争议的吧。我们会检讨。好，在就是这个，比如说今天一个政府采购法的案件，查一个贪污的案件，这个乡公所、这个厂商、这个在 A 乡公所，我给你缓起诉 ；B 乡公所，我给你缓起诉；C 乡公所就不行了。另外一个检察官查，就前面两件缓起诉都要被撤掉，政府就拿人家这个缓起诉的钱，这样不太好吧？政府好像拦路劫财一样，不好，这样不好，好，那这个问，因为我们今天审的这些相关的预算都大，有些都是从缓起诉处分金来的。那当然，法务部或者地检署也是难为了哈。缓起诉处分金你们决定，然后犯罪被害人保护的这个赔偿金额也是你们决定嘛。但是你们决定的这些标准呢，往往是比地方法院或者就是法院在衡量的这边还少嘛。当然有预算的问题嘛，就是说等于钱是你们要支出的，那你们来衡量说给
破给的范围或标准或者要件。事实上，你们给的要件都是比法院在衡量的时候还要来的严谨啊。应该不会哦，因为基本上哦，患者被人保护的话，它有额度的限制嘛，就限你四种啊，丧葬费啦哈，还有叫慰抚金等等这些。如果有其他的支付的赔偿，还要从里面扣回去的啦。那只这个简直是说暂时性给他一种补助的啊，基本上应该是。我们也要求说不要过科，早年也许有哈，这几年应该其实越来越科啦，因为预算不够啦，不预算不够啦，越来越科啦，应该不会像这个去年、今年啊，今年那个大陆客那个问题，桃园地检署也尽量在从宽给他。那是个案啊，那是重大瞩目的个案啊。基本上我们是要从宽。普遍的个案事实上还是很苛啊。如果是很苛的话，我们也要改进。基本上不要苛苛。以前哦，是对什么丧葬费也事实上有过苛，几年前的、啊。确实啊。我们现在有改进。然后还要叫人家提一些相关的那个、啊。对，那个还文入解的这些文件，我们认为不需要。那这个其实就牵扯到犯罪被害人的问题嘛，哈，犯罪被害人保护的问题。那之前在520我们那个新政府上台的时候，其实大家也讨论过，说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制度是不是说不要一站式，而是一路式的，就是说有犯罪被害、有犯罪的案件发生，有被害人产生了，那是不是政府从第一线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提供协助，而不是说，今天这个点要这个被害人去，那个点又要被害人去，他就一再的到各个单位去陈述他的被害或者他的家属被害的经过，他要再重新再去叙述这样的相关的事件。基本上我们是要一路式保护。那我有了解说你们有在开会，但是好像各个单位各个部门是各个在开会。我有一个保护室，我们这个保护室很重视这个，部长很对啦，保护室重视这个，我也知道啦，只是说你们现在具体从520之后到现在，你们有具体的作为是什么？具体我现在手边没有资料，我们请保护室会后再可以送给委员参考，好不好？好，那这部分因为时间有限，我想再跟请次长再来说明一下，因为现在最近有很多的网络上的一些不实的说法了哈。那主要就是跟我们上次委员会，我们几位委员有召开一个毒品医疗前置化的一个公听会，那本来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法案也要提出，只是因为这牵扯到卫福部社会福利法社会福利那个部分，那现在就说我们先来确定嘛，现在的毒品适用毒品，我们还是先送乐戒嘛，乐戒，那所以现在没有什么适用毒品除罪化这种问题嘛，监狱里面关的最多的还是适用毒品，没错，好，那市长了解我们之前几个委员召开这个公听会，我们讲的医疗就是毒品医疗前置化这样的一个方向吗？你可以说一下吗？这一部分的话，就是希望把吸毒犯的，当然贩毒制毒的要从严，这个前提。对，然后呢，吸毒犯是要从病人方面来看待嘛，哈，不要把他关入监所去处遇嘛。啊，这一点的话呢，那这一点不，我们现在就在用缓起诉啊，用缓起诉处分。副命令嘛，哈，要他去做缓起诉，还是要送乐戒嘛？不，不用吗？缓起诉，然后呢，要他自己去医疗机构，强制是类似这个了，哈，当然可以再强化了。现阶段是这样做，这个就理念上是一样，说所以现在不要把他进入到监狱去。对，所以使用毒品不用先送乐戒吗？我们有缓起诉的，如果适合缓起诉的，就适合缓起诉。那但是他要去，他要去医疗处所，自己找医疗处所。对，那现在台湾这边的医疗处所是。就是说那个数量是够的吗？因为社区是不敢做这样的嘛。因为这一部分，刚才委员提到说，这个卫福部呢，希望卫福部能够再强化。事实上，行政院的毒品防治汇报也要求卫福部呢，提出更具体的措施来配合啦。因为这个是要身心治疗，不是人关起来就好了啦。对啊，确实，因为其实这个案毒品现在在台湾的问题非常严重了，但重罪贩卖、运输这些，我们当然就是要严惩啊。对，只是说使用毒品的人，如果官方机关他能够多去宣导说他们事实上是个病人，我们应该从加强教育、加强家庭这些方面去治疗，这个才是正轨。身心一起治疗。好，那因为现在网络上把这些也都有一些误会，那我们希望说政府机关应该在这边做一个更明确的说明。好，谢谢。下一位许淑华委员。麻烦主席邀请林副秘书长以及陈次长。
林副秘书长、陈次长。哎，早，谢谢哈。我想在这里先请教那个林副秘啦哈。我们看到新政府要推动司法改革，特别蔡总统他也成立了这个司法改革国事筹备会的这个委员会哈，来担任召集人。那这个上面呢是这次的17位的名单呐哈。那当然我们看到蔡总统他当然是希望说这次能够降低法律人的一些比例，甚至把受害人的母亲也邀请进来担任司改的委员哈。那当然是希望就是说能够提供给社会看到司改的一个信心呐。那这个我们都赞成。但您看到这个名单当中，两位应该都大概都清楚吧哈。那有没有觉得有一些的遗漏？跟委员报告啊，基本上，好，那个个人是认为这个名单啊，应该涵盖了这个相当多的一个面向。好，好，我想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名单上面我们还是看到的是从上而下的一个名单。那我觉得缺乏的是，如果我们要谈这个司法的改革，我们不能忽略到最基层的法警的权利，所以这也是我们这次排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了哈。那当然，司改的过程它包括了面向很多，但我觉得基层员警它也是执勤勤务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没有被纳入无所谓啊。就是说，这个当中我们希望司法院包括法务部也都是有我们的院长哈，都在里头。那么如何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今天的会议当中，我们也希望各位把这个意见带给你们的长官，让他们未来在整个国事会议的过程当中，也让蔡总统去考量到现在我们基层的这些法警的实际的状况，还有我们碰到的一些困难点提供给这个蔡总统，未来我们的司改大家会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一个全面哈。那我现在要讨论的就是我们看到林副秘您刚刚的这个报告当中也有提到，就是我们这个每一年我们所受理80000件以上第一类的地方的这个法院哈，那法官员额的比例是80到160，法警的员额呢是70到150。那我们也都刚刚的各位两位的报告当中，我们都看到法警的比例事实上是不足的，包括呢监察院从2005年到2014年这10年当中哈，法官的员额呢增加374个人，那法院的法警增加是259个人，检察官增加的380人，地检署的法官这个法警只增加了62个人，就产生了一些降多兵少的这个情形。也就是说，这10年当中，法官跟检察官加起来的人数呢，增加是754人，那法警的部分只增加了321人，这就是10年来的数据哈。也就是说，这10年当中，法警的人数还不到检察官跟法官加起来一半，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检讨的问题。那当然各位会讲说，因为我们现在有员额这个总量的一个管制嘛，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员额管制我们是普遍是对于全部的每个部门都是如此。可是呢，我们一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员额的管制是不足的，那我们政府又没有编列相对的预算在支持，可是我们另外一方面却又编列另外的钱要去请保全人员要再花这样的钱，再请编制外的人来补足我们编制内的不足，这是一个我们非常畸形的一个现象。到底我们的主改要怎么来改才能够让我们编制内可以正常化的一个运作，同时受到应有的保障，而不是现在的员额总量管制是如此。可是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经费上，如果你换算下来，并没有比较便宜啊。如果我们还要聘请更多的保全来协助这是我现在单单指我们现在的这个部分而言，我们的国家这样子在运作上，我觉得并没有使我们的整个国家的体制上更加的一个顺畅。所以我现在要跟大家讨论的是，如果我们按照现在的这个各种的新闻上面来看法警的这个问题的话，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新闻有发生在戒护的过程当中犯人逃脱嘛。好，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在戒护犯人的过程当中，我们使用的戒具可能并没有很明确的去规范它，所以监察院也会对于这些做一定的这个就等于是说这个纠正，但是呢，这个责任上其实又落到了法警自己的身上。那我觉得这个对法警来讲，他们事实上是已经是，因为你刚才提到，我们现在女性的这个我们的法警他在戒护过人的过程当中，他必须还需要有男性来做搭配嘛哈。所以其实我们在人力上，照理讲我们的比例应该是要
最少要就是两位的借户人要护送一位借户人嘛，哈。可是事实上我们现在连一比一都达不到啊，好，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从这个制度面去做改善？好，所以我现在就是要请教两位，就是刚刚除了您的报告当中有提到，我们在这个情形之下，我们除了只能够去从编制外的从保全的人力来协助保全的上面，刚刚次长也特别提到，就是说保全的部分，因为我们的法警他的职责上还是不是比较严格的、更有专业的，所以保全他其实能够做的就是在巡逻、啊、跟加强一些其他的部分，很多重要的事务还是在落到我们的法警自己的身上，所以怎么样来让我们编制内的部分可以做个调整？来，先请教那个林富密好不好？这一部分呢、啊，我想这个编制哈、啊、没有办法更改的情况之下啊，我们目前的想法是说，要从法警啊他现在所从事的这个勤务啊去做一个细分啊。那除了刚才委员您刚才提到的这一个那个保全之外啊，事实上法警的工作基本上还包括了啊，几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执停，一个解送人犯，是，这基本上是无可替代性的。是，没错。那其他的这个拘提、同行、搜索、扣押这一部分，啊，在执行上啊，可以啊，法警，也可以由司法警啊那个警察机关的司法警察来处理。那另外在这个送达这一部分啊，这一部分啊，应该也是可以检讨这个范围了。好，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可以做的是把法警的工作做一个适度的一个检讨，把它简化之后，应该要由他们实施的就必须由他们实施，其他的再来做好、啊、也就是说现有的员额，总之我们这个在目前这个大方向我们没办法调整的过程当中，你们希望有借由不同的保全人力来做个搭配嘛，哈。那所以未来我们在这个法警的职权行使的部分，我们可能要定一个办法哦，这个才能够弥补现在状况啊。再来就是现在的员额，我们事实上也还没有补足啊。那我们怎么样来尽快补足呢？现在很多人都，你知道这个薪水其实也不是很高啊。而且我再来我待会再请次长回答好了。我现在先来讨论一下，就是目前我们提到那个，现在目前很多法警他们一直在讨论，就是他们值班的问题哈、哦。值班的部分呢，他们现在领的钱哈、哦，其实就是。是值日费哈，或者是值班费，不是是加班费。也就是说，对他们来讲，他们每一个小时领的加班费哈，就值班费是60块钱。可是如果我们要从这个法务部从1997年的有一个文来讲的话，其实你的值班他讲的就是待命处理可能发生的临时性跟突发性。可是我们都知道法警他的工作，他日间跟夜间事实上他执勤的内容其实是一样的，他并不会是什么突发状况。夜间你可能还是必须要配合你检察官的调度，甚至你还是必须晚上要这个接送犯人等等。所以如果我们把法警的这个晚上的这个叫做值班或值日费用不是等同于加班的话，我觉得这是不太合理的。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值班的费用表哈。目前呢，我们警察的加班的费用呢是180块钱哈。那些目前我们劳基法还是100多块啊。如果我们以法警这个60块的话，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我认为法警在执勤的过程当中，我刚刚讲到了突发性的事情，他不算是，他才算是值日嘛，哈。那但是呢，他基本上他在晚上值日或值班的工作内容是跟他平时日是一样的，这个我认为要朝向加班来做，不晓得两位的看法。次长，来你的看法。我是觉得说这个是可以考量的啦，因为哈、哦。这个涉及到刚才委员先和委员一样，法警如果有意见的话，在现阶段司法改革是要征询意见中，随时可以反映给我们法务部，我们可以做提案来做议题的这个整理讨论。第二个的话呢，刚才有委员有垂询提到说，值班费跟加班费问题，这是长久以来变成说一个恶性循环的。是、哦、以检察官来讲的话呢，值班费平常是750，假日才1200，是说都不足了，都领不足。那法警的话呢，数量多少？当然比这个低，不好。
好，市长，我们认为说还是要再改进。谢谢，我非常高兴听到你这么说，也确实愿意去检讨我们在这个他们的执勤费用的上面的调整。好，我们来看，我们再来看那个组织架构哈。不管我们从法院哈，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从法院或者是检察署的这个组织架构里头呢，我们都能够看到的，就是其实呢，在法警的编列上，它的职等其实是偏低的。也就是说，如果就科室的层级的编制来看呢，我们法警室是属于各级法院检察署底下的单位，其实是跟记录科、文书科哦，还有这些总务科是同类的。但是呢，按照我们现在的编制，我们来看下一张表。这张的表格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如果是同类的话，光是目前我们最高的职等法警长，也不过就是五至七啊，那委任的法警是在三至五。如果我们跟同类的记录科来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到科长他是八至九哈，最少的起跳还是委任的是三至五。所以这个在同类的编制上，我认为法警的职等的编列确实是偏低的。怎么样来做改进？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希望提供给各位来做一个参考。我们来最后看两张表格。好，我觉得这个现在目前呢，我们得到法警的提供给我们的一些的资讯，他们希望做调整的。第一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法警的编制其实上是不足的，那么如何更快的把这个人员的编制来编足？另外就是刚刚提到的职权的依据是不明确的。第三呢，就是我们升迁的制度事实上还是僵化的，而且是偏低的哈。那再来就是我们现在法警的人力其实都是非常的老化，那这也牵涉到很多的，不管他的薪资的问题、人力的问题，他所面对的工作的压力，现在人员都是比较老化的。最后就是大家所关心他值班的报酬过低。好，最后，所以呢，我在这里要请各位哈，针对这五点来做一个提出一个这个报告。我也希望法务部跟司法院这边尽速的去拟定，就有关于法警的职权的行使办法。那么怎么样来提高我们法警对于在第一线服务的过程当中，他们有这样的信心，而不是法警被当作是保全在使用。这样，我想我们浪费了国家这么多的资源，在第一线的为我们所打拼的这些的法警哈。那我觉得就针对这五点呢，希望两个单位能够尽速的提出您的报告，那么也赶快着手去进行。我们法警的职权行使的办法的草拟可以吗？好，谢谢两位，谢谢。好，我们接着请周成秀霞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同仁，大家好。主席，我先请副秘书长，林副秘书长。请林副秘书长。委员长。副秘长。副秘，我国的司法工作哈，我长久以来哈，似乎看起来都是专注在这个侦查跟审判哈。也就是说，只比较重视法官跟检察官哈，对法警的，像刚我们的招委就说了，在法警的部分哈，其实它的重要性是占着很大的，但是对他们的这个看法是有一点忽视了哈。那其实整个检察跟司法系统，能够正常运作，所有的司法人员每个人都是螺丝钉跟齿轮，缺一个都不行啊，所以他们其实重要性还是占的蛮大部分的，没错吧，是吧？那副秘书长报告指出，法警长是委任五职等或者是兼任六到七职等，那副法警长他是委任四到五职等，或者是兼任六职等哈。相较起来，其他的司法人员、监所或者警察人员的职等哈，相较起来他是偏低的，而且他也没有什么升迁管道了哈。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啊，要提高正副法警长的他们这个职等？你的看法怎么样？
如果这个只等啊，在运作起来是有失公平的话，那我们是愿意去做检讨。因为他们的责任实在是太重大了啦，吼，这样看起来责任跟职等吼是不太相符的，吼，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个部分还是要做检讨啦，吼。可是我在秘书长那个复命你们的报告里面没有看出来，吼，法院部分法警是有不足的情形，有没有？在这一部分跟委员抱歉了，那个刚才是用口头的说明哈，那事实上。到今年11月30号为止，啊，这个本院啊所属的这个机关的法警啊，这一个预算员额是啊不包括法警长跟副法警长，他预算员额1113人，嗯，啊，那现有人数是1043人啊，实际上那个出缺是70人，嗯，那这70人基本上啊按照相关规定办法哈，我们是可以啊各单位是可以。找这个请这个职务代理人，但是啊这个职务代理人毕竟啊不是啊跟啊跟那个法警他们受到训练是相同，在对于啊专业上的介护等等啊跟一般的法警是没有等号，所以实际上还是缺的嘛哈，所以我要求我们司法院对这个法警长他们长期存在人力的训练的这个问题哈，一定要重视啦哈。在我们啊，秘书长你先请回，我先请再请次长，我们陈次跟委员报告啊，这个我们啊，当然站在司法院啊，不管任何一位啊，包括院长或者是法官等等啊，对于法警的辛劳，我们都是一向是肯定，都知道他们是非常辛劳。那但是啊，在这个法警的部分，他们也确实除了现有的工作之外，哈，每哈他们也必须接受定期的一个啊在职训练呐，哈。那这一部分我们那负责整个啊院宇啦，还有其他法定的相关的职务啊，那这一点我们是非常心存感谢的啊。那如果说啊有什么他们认为说可以修正的地方，刚才主席有提到一个司改会议的部分。事实上，在司法院的网站里面，对于司改议题哈、啊，也提供了一个可以啊，这个传啊，这个由任啊，这司法系统的里面的任何一位职务都可以透过那个信箱去把他的意见表达。好，那我们一定会做。司法院要对这个法警部要给予多多重视啊！是，谢谢。好，你先请回。谢。啊，次长早哈，次长，请问你哦，我们部长报告说。各个检察署的法警营额是缺少了270人嘛？哈，法务部的报告是这样嘛？没有到270人呐、啊，不到吗？哎、欸，不，没有，没有。哦，这里面讲哈，跟委员报告一下，哦、我们的总营额就是法警的总额是600名呐、啊。到2005年11月底的缺额呢，是法警长有5位，副法警长有4位，法警有36位。这少法警36位呢，要到明年12月就司法特考那个分发以后可以补足。我们尽量要把它补足了。我有看到你们有提出了中短长程的规划嘛？那咱是长程啊，对，那叫合理计算的、啊。我们是规划的合理，这个要争取人力270。但是最后的结论，重点在结论，结论说没有增加原有的空间哦、喔。啊，那是诺。我们要这个要不是法务部希望这样，但是呢，这个要相关机关，包括人事总处、主计总处、全序部，要能够几个机关的配合了、哦。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不要等到说。出大事啊！到尾来检讨，迄拢上班啊！有啦，有关有你检讨，然后其实哈，以前我们跟司法院一起，去年吧，也送给人事总署被打回票嘛，因为刚才讲的人力问题，这个人力不足的问题，我和我们能够继续来处理了、人力不足的问题哦，我想不只是靠加强上课或者是训练就可以解决的啦，哈，人力的部分不够，没有人力的话哈，事实上做不来，对，一定要补足。而且刚才有提到说那个保全哦，不能够完全替代法警呐、啊。同时要雇用保全的人力呢，也没有预算呐、啊，因为这业务会啊，各监所也哀哀叫啊。警察对人民的这个行使职权，他有警察职权行使法做依据嘛，哈。那监所管理员对受刑人也是有监狱行刑法做依据嘛，但是法警他就没有一个这个法行为法哈。
他没有一个行为法做依靠了，所以其实法警的工作哈，涉及到人民权利的干涉哈，这个应该哦要有一个法律的依据哈的行为法执行勤务，应该会比较适合啦。法警的规定呢，算属在刑事诉讼法啦，还有法院组织法等等，我们可以整理一下哈，把这个相关的规定哈做一个整理，然后呢来做发布，是不是要定到法执行法这个法律位阶，还是说用规则来处理？这个我们会去检讨。因为如果没有法令的依据啦，对面对民众的质疑哈，对，是不可能期待说可以落实勤务的。对的，我们要希望能够落实勤务，而且他是一个法定的公务员了。还有一点，我们部长的报告里面说，部分的地检署女性的法警是比例过多哈，甚至达到法警员额的三分之一哈。女性法警日益增加哈，但是却受限于先天生理因素，在工作上没有办法完全取代男性法警哈，这样会影响日后的这个介护人犯的安全问题哈。市长，你认为女性的比例应该占多少是比较适合的？这个没办法做绝对啦，只是说呢，过高，因为现在到底哈，那个犯罪的男生比较多嘛，占大多数。那如果说要介护男生找你女性的法警去，这个大家想到会有问题。所以到底要多少比例呢？这个没有绝对性，但是我们希望说不要过高。比方说，如果达到三分之一的话呢，那要介护男性的夜间的，哦。那这个的话，恐怕还要派个男的去陪，这个会有本末倒置等等这些处理的，所以最好也不要超过四分之一或怎么样。但是这个涉及到考试权的公平性了，也有两难的地方啊，所以可能要做整体性的来考量。大概呢，如果在四分之一，就是说三比一的比例，也许是比较好。但是对的，如果法务部有这样的余力哦，是就是应该评估这个所属检察机关这个法警法警的勤务嘛，把它看要怎么做一个调动啦。对，是。还有监察院建议考选部哦，增订法警考试的体能测验哦，而且男女标准一致哦，以及分别规定男女法警的录取人数嘛哈，有规定嘛哈。那这样的做法，次长你会支持吗？我们基本上是赞同这样的做法，因为怎样呢？刚才我提到考试公平性，女生比较会考试嘛，比较乖，比较安静嘛，比男生先天上好一点。那这个男生考不上啊，所以这个如果说没有一些男性的保障等等这些比例啦，但这个是这做法不见得对。从考试公平性来讲，所以不一定要只用考试嘛。所以后来又加一个体能，体能，比方说一个瘦小能不能抓住一个看住一个这个体格比较高壮一点的男性或女性，现在有的女性她身体也很好啊，类似这样的话可能要某种体能的，但是呢我们也认为说不能过苛啦，要从公平性来考量。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作业基金报告里面提到要推动受刑人自主性的监外作业方案嘛，是预计什么时候开始执行？现在已经逐步在做了，开始了，那我们也修改监外作业的办法也在预告中，这一点部分呢，我们是往前做。外役监的已经做了，比方说那个八德外役监呢，他们白天出去工作，晚上回来，另外面也减少在监里面的这个收容的介护上的人力，另外面呢也那有三个条件嘛，是不是？也对，有一些条件，没错，就是监外作业受刑人这个条件三个嘛，对，是第一个是在监执行超过三个月，第二个是一年内即将假释或者出狱嘛，第三个是排除脱逃、性侵害、家庭暴力等罪的受刑人嘛？那一年内即将假释的要怎么定义啊？一年内是指一年内就符合假释资格吗？就是对，就预计的，对。当然，他如果有犯规，可能要再延长，对不对？那如果不犯规，预计的，我们现在假释从宽，原则上告诉他说，你只要达到符合条件，法定条件就是二分之一，表现没有不良表现等等这些的话，这有优异的更好，提早。原则上，我们已经告诉收容人说你时间到，尽可能就假释从宽政策嘛。好，谢谢。好，谢谢周成委员。我们接着请钟嘉宾委员发言。主席、在场的委员先进、列席的政府机关首长官员、议场的工作伙伴、记者媒体女先生，大家早安。那么有请陈次长以及吴署长。好，请吴署长以及陈次长。
市长好，署长好，市长。早上委员都在关切，包括法警的编制啦，包括这个吸毒的问题哈。我今天的问题就是先简单一个问题哈。目前我们监所收容的人数大概多少？署长知道吗？监所？62,555。好，那其中当中是因为吸毒，就是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相关受刑人有多少？大概占的比例大概在47%到40%。47%嘛，大概两三年内会到了一半嘛。那我想请教一下哈，这些人他是不是一旦受烟毒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应该因为有一个观察热戒跟强制戒治嘛？那这些人当中有没有一个统计说，他多少是说啊，他被抓到就是直接入监，他不接受这前面的观察热戒跟强制戒治，有没有？有没有统计的比例？我这边没有，应该这边没有啊，因为他法律规定就是说，第一次抓到就要观察热戒，他不是直接入监呐、啊，不会直接入监嘛？换别的案子。好，我就换别的案子。好，我讲就是纯吸食犯的部分。那这样很好。那请教一下，目前我们以这样的话，监所来讲哈，受刑人数60,000多人嘛，以我们的预算来讲，一个人一年要花我们纳税人多少钱？关在监狱里面，一般受刑人对，20几万啊，20几万嘛，20几万对不对？20几万哈。好，那你知不知道一个如果接受观察热戒或强制戒治，在我们的戒治所当中，他一年要多少钱一个人？你有没有这数字？我告诉你一个数字了哈，在我们的新竹的新店的戒治所哈，根据我这边所拿到的资料哈，你们大概一年的预算是1亿6000，将近1亿6000万，收容将近987人，将近1000人，大概一年呢，一个人呐、啊、要花国家哈纳税人16万元。那如果简单的推论呐、啊，这些烟毒犯，如果说他是接受戒治，跟关在监狱里面，谁花我们纳税人的钱多？你刚刚说了嘛？应该受刑人多，因为观察热戒的，他还有一部分的戒治费用是要跟他收取的。对，是。那收取多少钱？本来是要全额收了、啊，但是收不到了。340，老实讲收不到了、啊。大概一个人要收多少钱？一年好不好？4300块。热戒一个月是不到50,000嘛，一年算起来当然50,000了哈。那算起来还是比关在监狱里面便宜嘛，因为。你16万加上4、5万，20万出头，但是你要关在监狱，你就20几万嘛，是不是这样子？市长，你同意吗？那如果我要很简单的用这样的一个财务的问题，用国民纳税义务人的负担来看，同样的受刑人，如果他是属于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吸毒，只是纯粹吸毒哦，我没有说他有贩卖啊、制造，不要算这种属于刑法上的严重的刑事犯，他只是纯粹吸毒，如果接受。强制观察热戒或强制戒治，在我们的戒治所里面，其实对我们国家的财政负担是较少的，对不对？没错。更何况你还可以跟他收钱，是不是这样子？那有没有因为收付不出来，他说啊，那你规矩搞了，可以关我户北出来，有没有这样的？还是有，还是有嘛。强制戒治，就是强制执行的时候，还是收不到钱的。还是收不到钱嘛，对不对？收不到钱的、啊，不是因为收不到钱，是继续关的问题的。那个观察热戒哈，评估归评估啦，跟收钱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纵使他交不出来，但是他如果已经不吸毒了，还是可以请他出去了哈。OK， 好，那我们这就有个逻辑啦，因为之前部长一直在说哈，我们要监所现在人满为患呐、啊，其实呢，纯粹是吸毒的，又有说他是一种病患，而不是一种罪犯，对不对？那么监狱是关犯法要处罚的人，要矫治的人，但是呢，戒治所里面可能是属于因为他没办法控制去吸毒的一种病人。他需要的是治疗，是不是这样子？对，没错。那目前为什么既然是一种治疗，我们现在还把跟他收医疗的费用？因为基本上站在医疗的观点的话呢，他要身心治疗是替他医病嘛？对。哦啊，这种的话呢，我们第一次、第二次的这个部分，我们把那个病人看待，所以跟他收钱。对。这是条例里面这样规定的。我了解了。现在这样想好了哈，如果是因为这个医疗的部分要收费。其实这个限制到会影响到我们医疗资源投入的程度。我询问过很多在戒治单位机构、医疗机构的医师，他们都认为呢，目前呢、啊，如果医疗资源能够更多的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戒治单位，其实可以帮助更多的吸毒的人，他脱离毒瘾，不用到监狱里去关，他事实上呢可以出来社会。没错啊，是没错嘛哈、啊。好、啊，但是呢，我们社会大众要我说啊，这类人哦，假动哦，盐去掏去抢去买。他花自己的钱，或者说去偷别人的钱，就说他拿自己的钱去买毒品，结果有了毒瘾了，要花我们纳税人的钱哦，来帮他戒毒哦，
很多人都很不能接受，你的看法呢？我这个是观念上要转变的、啊。观念上的转变。因为哈、哦，吸毒者他在某种层次上，他是不是他的脑病变或是其他病？所以他没有办法控制。对。所以需要医疗。所以需要身心治疗，不是只有。好，那既然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可以主张？现在哈、哦，我请教一下，我们犯罪所得末路是不是今年刚通过了？对，七月一号开始。以后类似像大同那种什么食用油啊啊诈骗社会大众的啊，他犯罪躲来立德要末路嘛？对。以前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犯罪所得末路的钱？有没有？以前也有，但是有不多，范围比较少。好，那我们的饭保跟被跟更保是不是他的经费有来自于这里？犯罪末路的以前是什么？去充国库吗？充国库，没有专款专用。没有没有没有。好，所以现阶段哈，我们也向行政、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加要设毒品基金的会员呐、啊。哦，那基金呢在哪里？现在还没设啊。还没设嘛，对不对？好，那我这样子，请法务部去研究一下。如果未来的犯罪所得可以末路，我们国库收的钱会大量的增加，可预期大量增加。可不可以法务部赶快研究一下，把这个不是说只有毒品犯哦，任何的犯罪。所得要充国库的，能不能主张有一部分来做这个毒品防治基金，可不可以？我们的方向有没有在研究？有，需不需要本院配合？我们希望立法院能够配合。好，那我们就来推动，好不好？好，好，那这个呢，我们有一个共识了哈。另外，我来关心的哈，跟毒瘾犯到底是病患还是罪犯哈？类似的就是青少年犯，青少年的犯罪啊，很多科学家都说，青少年有九成啊，他大概在青春期的时候。他的因为他的脑部啊发展的不是同时发展，在冲动的冒险的那一块发展的比较快，在意志的部分发展比较慢，所以青少年犯罪或违反社会常规，基本上是每个人的青春期都容易有的现象，只有的人呢逾越了那个界限就犯了法，对不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青少年我们少年犯是另外的收容跟矫治，是不是这样子？好，那我请教一下，目前的少管所他里面的人员，我们在。我们在监狱里面，我们叫做教诲师，那在少管所叫什么？导师还是什么？导师叫导师是吧？有些叫导师，有些叫辅导员。辅导员嘛，对不对？但是他们是不是都是国家考试来的？是，都是矫治直系嘛。是，背景是不是都一样？是。那背景一样的人，你到成人的监狱里面，你叫做教诲师；到我们少监里来，你叫做辅导员。他们的考试的科目专长都一样。你希望他对青少年有多一些了解，多一些教育，多一些技能的帮助进去吗？所以我这里呢要提醒一下我们法务部哈，未来我们对青少年犯罪要视为一个在他成年之后多数是可以挽回的，所以我们不主张让他跟成年人重刑犯关在一起，免得他那边就跟着被带坏了，带得更坏，好，坏到收不回来。但是呢，你们在人员的配置上啊，你们少监的这些人员是不是有可以在直系上跟专长上呢做一些调整，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现在有些方面的考量没有错，比方说那个有两所的矫正学校，那就是尽量增加老师的，还有我们的少年服务院，两个少年服务院也是要增加老师，同时也跟国教署有联系，用支援老师。好、哦，那少管所这一部分我们也会朝向这个方面来看的，不要心态要转变的，就是是心态转变。因为呢，过去啊，我在地方政府也服务过。你们今天有没有人事部门的人在场？有没有？没有嘛？来，你们的未来应该跟考试院可以建议增加一些新的考试类科，除了司法行政，除了矫治直系之外，有没有一些类科呢？是给有教育背景的来考？现在全国的后用教师啊，超过20万人。啊，也就是说，目前呢，因为我们少子化的结果，我们教育人员培养过剩，这些人会去考什么呢？我遇到好多。考什么？考刚刚在关心的法警，考监所、寓所管理员，他们的履历表一拿到，很多都是师培机构出来的，都领有教师证。但是呢，这边人呢，如果要进入到法务部的体系，帮忙这些少年、少管所的人去做一些教育辅导，因为他没有特别的优待嘛，他还是一样跟其他人员考同样的科目，考到矫治直系来嘛，考到司法行政直系来嘛。但是如果说今天你们因为着这样少年关务所人员专长的需求，你们请求考试院另考类科，让这些有教育专长背景的人，他可以因着他的教育专长，透过我们国家的考试，进入到我们的少年的这样的矫治机构来服务。我们觉得，来，署长，你觉得呢？有没有帮助？有帮助，有帮助。实际上，我们现在也跟行政院人事总处去
请求能够增加社工员、社工师。不只是社工员了，我说你们里面的专长人员就应该有不同的专长了。是，那其实现在已经有三等监狱官的考试。是，所以一般不仅只要学法律学，其他的都可以参加三等监狱官的考试，都可以进来。那你请你们回去统计一下，目前对不起，主席再一点点时间哈，回去统计一下，目前在你们少监当中，这些国考进来的人，有多少具有教育人员的任用资格，有多少具有教育人员的背景？另外，在你们这些职员以外，其他专门的像社工员啊、心理辅导师啊这些人员，他目前在你们整个少监的体系当中占比多少？给我一个书面好不好？是，市长可以吗？可以。我们希望我们共同努力来考量，好，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钟委员。我们接着请郑天才委员发言。啊，郑委员，发言结束，我们先休息五分钟。主席，各位委员，有请陈次长，还有请陈次长署的吴署长。吴署长，委员早。次长早。这个法警是在诉讼法相关的规定。有规定，还有他的工作，还有他的人力，严格没有规定嘛？哈，严格没有规定，严格是靠是依照我们那个组织规程。对，这个有关法警哈，他有他的一个设置的必要性哈。没错。从你的报告里面呢、啊，这个特别提到这个，有些因为人力没有办法禁用，就特别以这个。相关的这些保全哈、啊，那是不得已 的，这是不是不得已啊？这个应该是要不应该要如此、啊？不应该这样做的，不应该这样做啊！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那个保全还顾不到哎、欸，不因为没有钱呐、啊。啊，这个部分、啊、没有经费呀、啊，所以如果按照你的报告的结语这个地方啊，特别提到这个合理法警年额数以目前预算年额数的差距。共约270名，是我们初估的。这个部分是不是有包含？有没有扣掉这个？还是包含这个已经用保全的？没有，这个都没有用保全的。我们上前面所讲的那个保全呢，是原来的法警人力不足的部分了哈，原来的哦补不来的部分呢，我们暂时用保全。这个270里面，事实上呢，有雇用保全的检察署也没有几个哎。是啊，这不应该了哈。他要有业务会才能够雇用啊。这个部分哈、啊，这个次长哈、啊，因为毕竟他是一个法定需要禁用的哈、啊。是。那当然，你的理由最主要因为中央政府机关总严格法。对。啊，这个部分当然这个法律去限制这些整个总人数了，而这个总人数在各个机关都在去抢这些名额。有他的困难，但是哈、啊，毕竟这个法警，啊，他是一个必要的人力，包括监守管理员，都是一个必要的人力哈、啊。所以在整个，法不是不能修了。是。啊，这个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都修了。啊，很多都突破了啊。所以这个不，而且这个从1999年施行到现在、啊。也超过了很久了哈，这个也应该检讨了。当然不是你的执掌，对，但是你要充分的去反映，是啊，充分反映，尤其是我们司法法制委员会，我们的也可以跟他们做一个详细的说明，是必要的时候也要请这个我们的司法法制委员会的委员呢，也能够提案修这个，当然你们没有修法的潜力了哈，这个是人事行政总处的前者啊。但是还是可以，要必要的话还是要修了，不然的话这样一个造成这样的一个严重的缺额啊，是不应该的哈。是那个监守管理员的部分是缺额是如何？也不足啊，我们不足的部分，缺额2000多人吧哈。那个组长，监守管理员，其实我们不足，按照合理的严额，我们。有跟人事总处去请求人员，我知道他们都不会很轻易的同意了。增加到3041人，3041个人，我们1:8的比例，这是总营业额，3041，对，是希望能够增加，希望增加的再增加的管理人员的人力是多少？3041，3041个人，3041，
那遥不可及嘛。如果你有修法的话，这个遥不可及嘛。啊，所以这个部分必须要去修。总数在整体这个很难啊，你别的部会不可能，别的部会不可能这个啊，说我这个掩耳不要嘛，对不对？你法务部部本部不可能说啊，这个我不禁用，然后去禁用这个法警或是监所管理也不可能嘛。啊，所以这个部分非得要修法才可以啊，啊，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哈，这个是要请这个啊法务部，当然更重要就是我们立法委员了啊，怎么样去协助？所以相关的资讯呢，啊，这些你说这个法警是270，监所管理员是3041，啊，这个是相当大的数字，那不可能达到。按照你现在的总营业法是不可能的哈，所以一定要去修法啊，这个部分，这个当然你们也可以建议了哈。另外就是说这个，署长，监所管理员哈，在过去哈，在过去长期以来啊，都会提报到这个严明会，也就是考检部所主办的原住民族行政特考，都会有监所管理，在常年以来。但是最近几年哈，比较没有提报这个部分有什么样的，还是你之前你当接这个署长之前就发生这个事情？有啊，应该有继续啊，有继续在考啊，这个提报的最近有停顿的状况啊，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车长你比较资深的哈，这个其实。应该要列入，我们基本上针对原住民地区的哈，监所管理员在考原住民特考里面有，我们回去再检视一下，再检讨，好不好？哦，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的人际关系没有那么复杂，啊，当监所管理员呢，事实上是最称职的，没错，啊，最称职的啊，这个法警也是一样哈，法警这几年有每年都有提报切耳哈，但是不够啊，因为到了一旦争取到这些。可以提报切耳的考试的时候，啊，也应该要那个提报。啊，这部分我们回去赶快叫检讨。啊，因为这个部分呢，这个是我们蔡总统的一个对原住民族就业的政策。原住民在我们监所里面表现是不错的，我们也有原住民的监所首长。对，我知道这个都是因为当然经由的管道哈，除了这个基层的监所管理员。当然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些重要的职务啊，过去都有当这个所长的都有了哈，但是这个后续要继续啊，会的啊，后续要继续，这是我们因为他这个基本上组长你应该车长你可以作证嘛，可以表现不错吧，不错啊，很好，哎，很好，这个也你们也给他很多历练了。啊，从宜兰的副的哈，然后到基隆的当政的，又到台东，啊，又到花莲，啊，实际上还有很多后续的可以培养的部分。但基层的监所管理员，包括法警，啊，这个部分呢，啊，都应该要继续的来。我们会仔细的考量，哎，好的。谈到这个监所人，这个监所这个管理监狱啊，人满为患，包括这个看守所啊，这个部分。你们最近有增加了这些，还有没有？目前还这个比例还是比例啊？就是说有在下降，有在下降。其实这个超额收容，我们一直很努力在处理。现在的成效怎么样？从哪里到比例？以往超收2004年的话，大概超收比例在34%。13%。已经降到10%多。十点多。原因是你下降的主要的措施是因为什么措施？因为有采取前门政策，就是法院这边缓起诉啊，这边尽量不让他到监所来。其实，在我们监所很努力去做的，就是有关后门的这一部分，就是假释的放宽。像假释，我们一直很努力的再去处理，把这些没有再犯之余的，尽量让他有机会提早出监。所以在假释的比例上，大概从33%、34%、35%，现在已经提高到4%、34%。事实上，假释的部分，我上次有提过哈，上次有提过，就是说你假释，事实上在法官啊、法院在判刑的时候啊，已经考量了，
但是你们在做假释的审查的时候，又去考量他是什么样的罪名，所以你要还要透过一个审查的机制。这个审查的机制是有必要没有错，但是你不能以刑度，哦，你说他这个刑度，因为那个刑度判几年了，判几年那个法官其实已经做过一个裁量了，哦，对不对？他已经做过裁量了，所以你们不能再用这个原来啊，哦，是什么罪名，哦，然后这个罪名因为可能有再犯之疑啊，哦，或者是说对社会观感不好，哦，然后又刻意的让他啊不同意假释，啊，事实上这个部分应该还是要去看一下，当初法官在判这个刑度的时候，到底要判几年？然后他，啊，他里面也有一些判断了，啊，所以这个部分也必须做一个重要的参考哈，啊，这个部分就尤其是原住民族的就业的机会啊。啊，这个法警跟啊监所管理员呢，啊，务必，尤其是监所管理员这几年没有提报啊，啊，明年一定要提报这个切尔。好，谢谢。好，谢谢郑委员，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五分钟。
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好，请大家回到位置上，我们请林维洲委员发言。哎，主席，我们请法务部陈市长以及副秘啊，司法院林副秘啊。喂，好。好，来请教一下，今天我们关于这个法警的这个问题哈。我今天的问题比较简单了哈。现在都是缺额了哈。不管司法院这边也好，或法务部哈，目前的员额来讲都没有补足哈。现有的员额就没有补足了，是不是？法务部这边只剩下36个法警员额，还有5个法警长名额，4个副法警长名额，也就是说只剩下40+9，45位。45位。所以目前的也有缺额，目前。哦，缺额啊，这个的话就是中央这个员额相关的法令里面的员额嘛。哦，对，那个在里面的。没有超出那个员额。目前我们36个法警的名额呢，已经在考司法官，司法人员特考里面，最近会考试会放榜，好，然后呢会分发，明年初就分发，所以可以补足额，可以补足，但是整体来讲是还是不够。好，现在我们先看缺额的部分嘛，缺额的部分因为不受这个员额法的限制，所以他可以把它补足额，就是作业的问题而已。那司法院这边呢，目前的缺额就是员额法里面规定的额度里面的缺额有多少？目前法警长部分是缺额是5个。5位、okay ，然后在法警部分缺额是70位。为什么老是每年都有这个缺额？是什么情形？是我们招考的时候没有人来考吗？还是公务人员现在很多人考啊？是什么原因会有缺额？其实它是人少事繁，流动性大了，它有的是转到别的地方去。哦，所以说考进来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会转走。对呀，我们每年都希望把它补足额，但是每年都有人转走。不好干，你干嘛没去做排走干事啊？传递干事也不爱做这样啊，是。所以，但是的薪水比他少哦。转走了。我们这个最低的3职等有40000多，最起薪呢、啊？可是呢，村里干事没那么多嘛，但是他宁可当村里干事，当最基层的。所以转走了。转走。不是招不到，而是进来以后他有转走了。会转，对，当然还有退休的啦，退休。好，包括他的。职等哈，跟他所工作负担的风险呐、啊，还有重量啊，不平衡啊，所以造成他想要去别的地方服务。好，这个公务人员他有他的权利嘛，好，他可以申请调到别的地方服务，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啦。我们要把问题抓出来哈。第一个，先就这个总员额数里面，老是会缺额，好啊，这些是核心的。好，就是说最核心的，你们主要要接触犯人的这一部分，反而是你们最核心的业务嘛，会接触到的哦。那这一些人如果老是流动的话哦，其实你用再多的非典型的雇用哦，都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核心的问题啦，对不对？因为非典型的雇用，不管替代役也好，保全也好，或是临时人员。好，他们的这个专业技能啊，一定跟这些核心人员不一样，啊，也没有不适宜去做核心业务，所以要先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他都会转走？好，让你们老是每年在要招考新的人来，但是招考进来没有用啊，他还是一定的时间。尤其越资深的，我有看你们的报告啊。越容易转走，剩下的通通是菜鸟。对，有经验的转走。有经验的反而会转走嘛，因为他一段时间真的觉得很辛苦，所以他刚进来可能还不知道啊，做了一阵子以后啊，很清楚就很辛苦，赶快，而且人脉啦各方面去打听，然后就转走了，所以这个一直在无限的循环呢、啊，所以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先从。员额总员额的里面，先把这些核心人员哈、有经验的人啊、可以真正执行任务、执行的比较彻底的这些核心人员留住，不然你一直会循环这样的状况了。那这针对这个，你们有什么计划？就是说我针对我刚刚提的问题，把这些正式的员额，然后核心的人员。他有相当技能，经过你们6个月的受训之后的这些人，如何留住他们？
然后让你们的执行业务这个最核心的业务啊，可以先确保，这个有什么计划？基本上我们认为说是要做人力上的评估啦，人力上应该要让他们能够稳定下来，工作合理工作才能够稳定嘛。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预算上面呢要给他们相当的，因为他们是很累，假日都要值要上班，晚上也要如果有开庭就要跟着来值班，还要解送人患，好、哦、来回。这些的话呢，危险性都蛮高，所以希望呢，也在他们的相关加级里面呢，能够给予适当的回馈。我请教一下啊、哦，以他们，我刚刚看一下他们的职等哈、哦，从法警长到副法警长到一般的法警的职等，跟外面的那个警察比起来，如果以同等的那个位阶来讲哈、哦，比如说法警长他所主管的要管理的这些法警的人数，如果拿到跟警察，比如说分局长啦，或是这个派出所所长这样比起来哈、哦，他们的职等跟薪资的结构。当然差很多了，差很多是好很多，是不是？差，我们比较差了啊，因为他的职等，他到某种限度，像法警长只到七职等而已啊，最高的。那如果法警长，我看起来，比如说他下面大概有100多人的法警，他要管理这么大的一个机构嘛，哈，100多人左右了，哈。有的。那跟警察局这样比起来，大概是一个分局长哎、欸。没有啦，分局应该比较多吧？我们一般来讲一级。一级检察署里面比较小，对，小的分局啦，啊，那150人的法警大概等于一个小的分局了，有的小的分局就100多人而已啊。台北地检最大的话，那就有70几个人。那司法院这边呢？如果那个法院呢？法院好像比较多哈，法警的数目。台北地院这边是啊，预算员呢是110位。哦，110位，台北地院来讲，台北地院算很大的地院了哦，所以大概100人到70人之间，然后地检也好，我们那个地方法院也好，所以这个比起来可能就是，到差不多是小的分局啊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了，一个规模了。那陈市长，我问你啊，就是说刚刚的问题啊，他们跟那个警察这个比起来，他的待遇来讲差很多，因为警察他的危险加级就有几千好几千块啊。你们不是也有危险加级好几千块啊？危险加级很少啊。啊、哦，少的。对对对。哦，所以待遇差很多，职等呢？职等好像也差很多。哎，因为警察分局长他现在到兼任9职等嘛。哦，你们这个法警长才才到7职等。7职等，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哦，你们应该提一个检讨报告哈、哦，如何在这个司法。这个组织法上面、哦、去做改革，让这个核心的法警，哈、哦，这个移动率哈、哦，这个变动的比例啊、哦、可以降低，啊、哦，让他们可以专心的来做他们专业的工作。他们当时考进来就是考这个科目进来的，不管特考、辅考，都是考这个科目进来。结果你们的问题是流动率太大。就是说只要他经验到一个程度以后，你看我刚刚看你们报告，有的地方好，不管是司法院也好，地方法院或地检也好，1/3是资遣人员啦，2/3的这些这个比较资深的人员哦，都离开了，转走了，所以一直都留着这个资遣的人员在那边，所以这个核心的业务呢，执行的效率当然可想而知。当然，你们还有男女比例的问题啊，这个也是在将来要一并去处理的。我觉得这一部分要先巩固好，就是说你们的核心人员有专业技术的，经过正式考、普考、特考进来的这些核心人员，经过6个月的受训的这些核心人，如何让他可以安定的执行他的重要的工作，这个要先做好。那这个在员额里面不用去动到这个总员额法，而是在这个司法院组织法里面要如何去让他，比如说职等的升高或是危险加级，他们的危险性哈，如果我现在指的是指这个接触人犯的这一部分，然后核心业务接触人犯这一部分，其实危险性也是相当高的，不管是矫正署在直接管理这些这个犯人，或是在借题啦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其实我们看到很多
也是发生了一些状况，所以他们的危险性也一样的是非常高的。针对这一方面，我们希望哈，你就是针对这个啊总联合法里面规定的原额里面，如何确保这些人能够在他现有的在我们的这个体系里面工作稳定，啊，把经验可以留下来在那边，然后这个才是首先重要的事情。另外的资源人力，那有其他的计划去处理。那没有直接到接触到人犯的那一部分，我觉得就比较有办法用非典型的人力雇用来解决了。那一部分在总联合法之外，那我想那个问题比较不是重点，反而是这样子的核心人员流动率太高，没有办法担负他主要的核心工作，这件事情哦，反而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希望你们在这部分哦，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将来我还会继续追踪这方面的啊，谢谢。好，谢谢林委员。张立善委员不在，我们请黄国昌委员发言。麻烦有请司法院副秘书长还有民事厅厅长。请林副秘书长以及邱厅长。好，厅长不在，其他人要协助也可以，因为接下来一样有来了。邱厅长来请。副秘书长厅长好，我们上一次在这边处理有关于民事诉讼法254条修正啊，那我大概把我对于那个条文所抱持的法律见解，上一次在质询的过程当中我也跟两位说明了啦。那不过今天继续啊去审查民事诉讼法254条啊的条文，那显然各界在对这些条文的解释适用上或许还是有一些啊争议或者是误解啊存在。那我想说利用这个机会啊，再把一些有关于民事诉讼法254条适用啊的基本概念啊再跟两位啊确定厘清一下。第一个啊是254条是在我国目前民事诉讼法就诉讼系组中为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有移转的时候，这个时候啊由于我们采取当事人恒定主义，因此依照民事诉讼法401条第二项啊的规定，该确定判决之既判力以及执行力啊会给予为诉讼标的法律关系之受移转人。那这个时候为了要保障啊第三人他避免啊他刚买的东西啊在移转人进行诉讼的时候啊最后败诉确定了，让他遭受在没有参与诉讼程序的情况下遭受败诉判决啊的不利益，所以借由将诉讼系数的事实公告的方式，那来保护啊善意第三人。我想这个法条的规范一直两位都很清楚嘛。第一个我们先厘清一下诉讼系数事实之公告有没有像假扣押一样会产生禁止处分之效力。报告委员，在这个的部分来讲的话，从254条的这个设计上面，并没有去禁止相关。所以只是单纯诉讼系数事实之公告，并不会产生禁止移转之效力嘛？好。那第二个部分啊，我知道有一些提案的委员啊，是担心说，可能有一些人他恶意的想要提起在法律上面显无理由啊的诉讼，那这个时候啊，使得该不动产的持有人，因为诉讼系数的事实被公告到土地登记簿上了以后，对于该不动产的持有人，他们在进行不动产处分的时候会遭遇事实上的困难。那我讲事实上的困难啊，这是一个非常谨慎的法律用语啊，因为没有法律上的困难嘛，它不会产生禁止移转的效果，所以产生事实上的困难啊，是第三人看到有这个诉讼系数事实的登记，可能心里会毛毛的，所以会影响他在义买市场上面啊义买的意愿。我大致的猜想啊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下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的是说啊，你们现在有没有非常具体啊的统计资料，每一年依照254条啊提出申请诉讼系数事实的登记大概有几件？
报告委员，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有统计了。如果说在102、103、104左右的部分，大概都3000件左右。那从104年7月1号开始统计到105年6月1号一整年的话，大概会剩下2000件左右。就是从104年7月1号修法了之后，它的件数上面来讲，因为有把它增加了非数合法且非显无理由的要件进来了之后，大概从3000件降到2000件左右。对，所以你现在在讲的吼，是准予核发诉讼系署之证明的件数，还是总申请件数？这是发给那个有关那个。那总申请件数有没有掌握？那时候因为之前没有设计专门的，所以我们现在往后的部分，我们也会把它这个件数的部分一并做掌握。那个司法院的统计处回去捞资料有困难吗？是。会有困难吗？我们之前有请他们协助，那但他提供给我们就是现在有关申请的这个，就是核发那个起诉证明相关的这个件数的部分。没有，我吼给你们很具体啊的建议啊，吼，就是说我好几年以前就跟司法院的统计处，那个时候我有跟他们对过，那个时候还是赖英照老师在当院长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任何的司法改革必须要有实证啊的基础，那这样子的改啊，才会真的能够达成改革的成效了。那不是天马行空，按照自己的想象，觉得说这样子改以后会变成什么样。那我国过去的司法改革欠缺实证的基础，所造成的没有预期啊的后果，那些后果通常都是负面的。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的教训。那因此，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啊，给司法院很具体的建议啊，就是说，你们在针对诉讼系署的个案啊，当初统计处或者是连同书记官，他在收集资料的时候，那个完整性跟正确性啊，真的蛮重要的。是。那针对这件事情啊，你如果要提供给司法法制委员会的委员一个真的完整的 picture 的话，你应该做的第一步啊，是多少人提出申请？那申请完了以后，你准跟驳的比率大概是多少？是。因为你如果吼准的比率啊是很高，90%几或将近100%，那大家就会对于法院在行使这一个裁量判断的时候，是不是等于完全不设防，会产生相当大的疑虑。那第二个部分，我要问的是说，好，你如果准了以后，那最后胜败的结果。那所谓胜败的结果，你一定要追到最后判决确定的那个时间点，你才能够比较清楚的看得出来。那我先集中火力问你一件事情啊，就是最后确定是败诉的，你们有没有进一步去分析那个确定败诉的是他真的在提出法律上可以争执的理由？因为从来没有人可以保证说打官司一定赢啊。真的有道理的人常常去打官司，基于各式各样的障碍，最后还是会败诉嘛。但是我们大家真的最关心的是什么？真的最关心的是说，他起诉了以后，明明在法律上面是显无理由，或者是其所主张的事实根本欠缺任何证据的依据，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一类的案件数以及他所占的比例，司法院到目前为止数据有没有捞出来？报告委员，在这个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回去之后初步统计，以104年7月1号到105年10月31号，就是1年4个月，我们统计终极件数的部分来讲的话，其中败诉的部分大概有300多件，380件左右，比例占多少？终结的件数是2358件，它其中的大概380件是败诉。OK， 所以大概是1/8，是10%几嘛？是。10%几当中，属于在法律上显无理由的有多少？报告委员，因为在这部分来讲的话，7月1号之后，104年7月1号，本来这部分就应该要排除。那因为时间比较急促，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调查资料里面还没有就这个细节的部分再去做处理。我们这个后续的处理得出来吗？我们会尽可能的把这一些核发的资料，如同委员所提到的，他到最后确定的判决的情形怎么样，然后他这边败诉的情形以及相关的资料的部分来做处理。那最后齁，在后续处理的时候齁，我请你们同时去捞一个数字出来齁。
就起诉的时候在法律上嫌无理由啊，民事诉讼法那个时候为了要防止滥诉，在249条有征定法院可以科处罚锾的规定嘛？是。你们到目前为止依照249条科处罚锾的案件数有多少？报告员，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我们所知道，实务上不多。那我们回去之后可以就这部分来去做处理。449条之一一样哦。上诉的时候嫌无理由，或者是意图为了延滞诉讼而提起上诉，一样可以科罚锾吗？是。你们有没有具体的案件数？这个部分我们回去统计之后再跟我。我之所以哈、哦、跟你们讲这件事情哦，指的是说哈、哦，在法律上面提出嫌无理由之诉，导致被告应诉的负担、支出不必要的劳力时间费用，这绝对是一个通案性的问题。它不会只发生在民事诉讼法254条的脉络，但是你们上一次修法的时候，我其中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批判啊，就是说你们指定了法院可以科处罚锾的数额，但是你们对于他照当事人，也就是被告或是被上诉人，因为原告或者是上诉人滥行起诉或提起上诉所造成的程序成本，譬如说他律师的酬金，你们却没有相应的去定一个制度说，哎，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应该可以让被告申请或让被上诉人申请，命原告支付或者命上诉人支付他律师酬金的全部或一部，你这样子才能够真的回复他照当事人，不管是被告还是被上诉人，因为原告或上诉人滥行起诉所造成的损害。我这样的分析，副秘书长跟厅长赞不赞同？非常赞同，报告委员，这个部分也是司法院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我们也有关滥诉这部分，不止委员所讲的民事诉讼，还有其他相关的行政诉讼。因为在比较法上，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1条，针对 frivolous lawsuit， 它事实上有相当明确一套规范的体系。我倒不是说你们要去照抄，而是那样子的规范精神印证我国目前诉讼的实务上面，如果滥行起诉或上诉，一方面造成他照当事人的损害，一方面造成整个司法体系不必要的负担，这是一个问题的话，司法院该检讨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啊，是你们依照249条跟449条之一，目前去科处罚锾的比率到底是多少？如果是完全没有，当初修法就形同具文。第二个层次是立法论上的问题，我更关心的是有关于他照当事人因为滥诉所支出不必要的劳力时间费用，最重要的是律师的酬金，可不可以向他照当事人要求赔偿或者是返还？那你如果要抑制在法律上嫌无理由，或者是提所出其所述的事实根本是欠缺依据的诉讼的话，这个才是规范上面核心的重点。所以我在想说，既然254条由委员提出来检讨，利用这个机会刚好也给司法院能够有一个通盘检讨，包括在实证上面的数据完全的掌握，提供给司法法制委员会啊的委员参考的机会。那我希望司法院在这件事情上面，或许回去啊跟大院长讲，然后请统计处啊的同仁能够多协助，因为有数字啊当作依据，你们在评估目前司法的实际的状况，以及司法改革未来应该走的道路，我相信都会有非常重要啊的意义。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好，谢谢黄委员。我们谢谢，我们请尤美女委员发言。主席，还有在场的委员及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早安，大家好。主席，我是可以请我们的陈次长，请陈次长。陈次长好哈。陈次长，那一天我们去参观这个少管所嘛哈，那其实也就牵涉到的，就是不管是少管所，或是我们的矫正学校，或是我们的少年抚育院。那这个部分呢，就说以前根本没有少年抚育院嘛，以前只有少年监狱嘛，那后来呢才把它改成少年抚育院跟少年监狱并存，然后呢再把它以前就有，是把原来的抚育院改成原来的那个少年监狱改制为那个矫正学校了，
少年服役原来就有了，哎，啊，少管所也是早年就有了，哎，少嗯。我们民国37年到45年的时候，就有少年监狱管理的事情，对的，对的，对不对？然后是45年开始有少年服役院跟少年监狱，对。然后呢，到了这个88年的时候呢，才有所谓的少年服役院跟少年矫正学校。那从这个的演进呢，可以看得出来说，其实整个观念在改变。以前呢，就少年就把他跟犯人一样，就把他关起来嘛。对，没错。那后来慢慢发现说，其实少年他之所以犯罪，是因为整个社会这个他的社会安全网没有建构好，让他掉进去嘛。所以才说好，我们要把他开始要用矫正的方式，所以会有少年的服役院。那后来发现说，哎，其实少年服役院，其实孩子他不是去把他关起来而已，他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让他能够回到学校再去念书嘛，所以才会有这所谓的少年矫正学校。对。那我们在83年的时候呢，86年的时候也通过了少年矫正学校的设置跟教育实施的通则，那里面呢也在第83条的规定说，本通则施行以后呢，法务部要在6年内哈、要就现有的少年服役院、少年监狱分阶段完成矫正学校的设置。对不对？那从87年，哈、哦，这个也设立了2所的矫正学校。那从86年通过这个通则，然后的6年，好、哦，已经我想早就过 了。但是我们一直还现在目前还是有所谓的少妇医院嘛，对不 对、而且矫正学校只有2所。那甚至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少年服役院呢，是因为判了感化教育才到那边去嘛。那他今天如果连感化教育都还没有的话，会到少管所去嘛，少年关护所。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在对于这些的少年哈、哦，尤其他在前阶段的，他根本连感化教育都还没有，他可能只是一个啊、哦，因为我们看到说所有这些不管是被判到少年服役院的，或是矫正学校的。几乎我们都会看到他都是在来自，譬如说来自单亲，或是家庭近贫，好，或是家庭的功能就是失调，譬如说是隔代教养等等。所以你会看到说这些孩子合孤，但只是因为他生长在一个不对的家庭，那这些家庭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照顾他，然后呢，社会也没有这样一个社会的安全机制来托住他，所以让他掉进去，然后呢，掉到这个整个一个黑社会，或是被人家带走，然后去做了一些的作奸犯科的事情。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如果今天政府不投资在前面的少年的这些的矫正，让他能够尽快的回归到社会，将来我们就必须要盖更多的监狱。那我们也从你们所编的这些预算里面看到，你们真的是花大钱在盖监狱。好，看你们现在呢，你们这花了这个几亿的，你们最近编了这个宜兰监狱的扩建经费呢是5.8189亿，然后呢，台中矫正教育馆经费呢是6321万，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说，政府花大笔的钱盖监狱、盖这种所谓的矫正馆，但是对于少年的关护所，或是对于这些的软体，我们反而是没有去好好去处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的其实是更多的是这些的软体，对这些的他们在社会上这因为这整个一个社会安全网他掉进去的这些的少年如何把他撑住。那当然在原来的思维里面都是认为说这些就是因为是坏孩子，所以我们要管教他。所以你会看到说在这个少年的抚育院好，他的一个教导的方式跟少年矫正学校的教导方式是不一样的。在少年矫正学校，他所重视的是教学、训育跟辅导，但是我们在少年这个抚育院的，他的这个的原则是什么？是以矫正军事跟管训。所以在这里呢，事实上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思维。那不一样的思维在对待这些孩子，有幸的到矫正学校去，不幸的就到这个所谓的管制这个抚育院去，然后接受这些的感化教育。那我们看到感化教育呢，越教怎么样出来都短位。那所以在这里呢，事实上就是我们今天面对这个整个，我想整个一个狱政的改革，好，或者说这些的狱政的前置的这些的改革，其实也就在我们司法改革的一环。因为你在前面不好好去处理，你后面呢就要付出更多的资源在那里，对不对？花更多的钱。那与其后面花更多的钱，为什么不把钱花在前面，让这些少年能够重回这些的社会？那当然，大家就说在里面在那天我们在观赏参访的时候，其实也提到，连用语，对不对？我们都说这个所谓的开封啊、收封啊，对不对？然后连这些所谓的介护人员都是用介护人员，所以这些的，当你这些名称改过来，你的思维也改过来，所以在这里面的这些设置，我们看到进去少管所，
一层、两层、三层，这些都是铁笼子，对不对？他还没有犯罪，可是他所受到的待遇是跟监狱的待遇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要尽速的整个去全面的一个去修改？好，那这里面呢，包括他整个一个组织架构、经营方式，他的整个一个教育的这个课程的规划等等，是不是应该要重新全面的检讨？是，委员这个意见呢，我们非常赞同的，因为过去本来是规定那个六年呢要改制，但是当年有当那时候的考量，就整体的国家预算还有人力，就是包括教育人员的人力怎么样投入的问题，后来就停顿了。到去年104年呢，行政院是说两制并行是两个来，因为如果要全部改制的话呢，就要花好几亿的那个预算了哈。那不过委员这个意见说，把前端这些小孩子教好，让他们避免耳后再长大一点更坏，好，这点是对的啦。所以我们目前华部也提出司法改革方案里面呢，就是议题啊，不是方案，议题里面呢，希望能在国事会里面凝聚各部会相关机关的意见，来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学校化。那学校化有什么优点跟缺点的部分呢？缺点能不能尽量减少？我想的缺点，学校化的缺点是不是在这个让孩子能够安心在这里吗？还是说怎么样？这个可以后续处理。我想那个学校的观念是对的啦，哎，观念是对的。就是说学校的这个教育呢，它不能够跟外面的一般的中学的教育是一样的，对因为这些孩子就是因为书念不好，不想读书了，不想读书，不想读书，结果你又把它放在这种跟一般的国中的课程一样，没错，他当然不想念书。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说因材施教，因材施教，这些孩子他的特性、他的特长是什么？所以其实我们都有写到。要说，哎，这个孩子进去的时候，其实应该要教他跟他的这些的个性啊什么，应该要去做一些分析检讨报告，包括说有些孩子他可能身心状况是有问题的，可是对于这些特殊教育的这些孩子，我相信你们在这个整个一个矫正署，或是在整个监所，或是在这个所谓的少年关护所，完全没有这类的，对不对？辅导的教育、特殊教育的老师或是这些辅导员，完全没有，有比较不足了，对不对？是非常非常的不足。这几年来有逐渐的改进，不要包括跟当地的学校，哦，引进特教老师了，因为他的特教很多种啦，哦，他不是有单一，不是一个老师全部都会教嘛，哦，没错。那这个是我有引进，是有在改进中，当然我们可以再大幅度的再去增进。因为我们希望是说，当然政府的资源有限，可是民间的资源无穷嘛，对对对，是。所以怎么样政府能够去结合民间的资源？那事实上民间也很想能够去对这个台湾的社会有所贡献，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希望因为一直花很多的精力跟人力，跟物力在防止孩子的脱逃。如果你把他变的是孩子喜欢待在那里，他怎么会跑？你就把他赶都赶不走， 对, 对不对？所以是问题是你在里面，你是把他关起来，所以孩子会想逃。是，当你把他变成是一个类似夏令营的概念，让他真的是在里面，他能够自尊能够被兼顾到，然后呢能够学习到东西，然后呢是非常充满着好奇的探索。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不对？孩子巴不得在留在那里，怎么会想要逃走？所以事实上，这里是整个一个观念全部要翻转。那这些翻转，当然这个资源从哪里来？当然政府的经费有限，事实上是可以怎么样去设计好的方案，然后跟民间的这些资源能够结合，让这些的资源能够来协助。你会看到说，好一些的飞行少年，当他出了社会，其实你说好像这个所谓的这些的艺术团体，对不对？他们带着这些孩子，其实你会看到说他们真的就走回正轨了。是，那其实为什么？因为他们得到爱，得到关怀，那得学到他自己所要的，也找到他的自尊，那这是最重要的。那如果这个部分没有办法把握的话，你只是一直把他限制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然后呢没有办法让他这个就是叫他不能够动，不能够做什么，他当然想要跑嘛，对不对？那另外我们也看到说，在你们那天去考核的时候，其实也看到里面有所谓的这个违规房，好，那这个所谓的镇静室等等这些。那根据你们的这些的违规房还有镇静室的这些的规定呢，那其实我们会看到说，对里面的什么时候会把它放到镇静室里面去，那什么时候会把它放到违规房，那这些东西呢，事实上应该有一个评量的一个标准。那其实呢，也看到说你们这个所谓的放在镇静室呢，它的这个目的，哦，跟它的说所犯的这个东西是无关的，就是它今天可能触犯了一个什么，然后不守规矩，然后就把它放到镇静室或者把它放到违规房。可是在违规房里面，它
要把它放在多久，不是让它在那里冷静，而是看它说它在违规坊里面的表现。是，可是你看到我们那天去看的违规坊是一个狭小的空间，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当夏天的时候那是非常闷热的，一个年轻的孩子他是精力充沛的这种情况之下，你把他关在那里，他一定是抵抗的更严重，所以他的这个不守规矩的情况是更严重，所以他就被记点，那依照这些点数记下去的时候，他可能也许两个礼拜都出不来，所以这些都是违反这整个一个辅导教育的这样一个原则。这一部分呢，那天考察以后，区务署长回去也有交代我们那个安督组会去做，在做深入检讨。比方说违规坊在现在以来的话呢，目前来讲大概平均不会超过两天啦，好，不会到一个多礼拜，过去也许有，那其实我们希望把它明确化，让孩子说我犯了什么事情会到那里去，明确化，那公布给这个说的。当然呢，我们对于这个小孩呢也是要用爱心跟耐心的，不是把他关起来，这一点委员这个意见我们是非常的赞同，我们会朝这个方向来做，另外面也朝向教育寄信关怀这方面来做，所以我们会努力尽大幅度的 来做改进。好，因为我们看到说社会上有些的青少年，你会看到说他的这些不管是伤人或杀人的这手段越来越狠，那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这样被对待，所以当他是被这样被对待的时候，他其实对其他的人他只会加倍奉还而已。所以呢，我们社会如果说要和谐要安详的话，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让这些的少年他能够被爱关怀，然后呢能够被尊重，那他的自尊心能够找回来，我想这样子的话对这样的一个矫正才是有用的。对，是没错。好，谢谢。好，谢谢游委员。黄昭顺委员不在，我们请徐永明委员发言。有请司法院副秘书长。好，请林副秘书长。委员好。副秘书长你好。我想 我关心的重点跟上一次我想有点连续了，就是关于法庭直播受监督人民参与更及时这一块，我们也谈过，其实很多国家都在做这个事。那你那时候给我回应是这样，请看第二页，无具体时间表，因为你们内部有讨论。那 你早上给我的回应，结果我下午4:05，这是一个及时的新闻，说法庭直播最高法院打头阵，王光禄案开第一枪。所以副院长，是你上次质询没有完整呈现，我们这样讲好了，完整呈现，其实你们好像有个案例要死，还是说你不是很清楚状况？好，副院长可不可以谈一下，就说当时的质询你们说你们没有共识，虽然有讨论，甚至连是不是政策方向也不是很确定，可是我下午发现你们要做啦，你们至少有一个直播，有至少一个怎样讲，算实验性质嘛，对不对？好，你们针对这个事情做一个比较清楚的好说明了。这一点跟委员做个说明啊。那上一次在答询的时候跟委员回答的是一个政策性的方向，政策性这一部分是还在讨论，基本上还没有定调。那当然那一天回去之后在当天的上午最高法院针对王光禄案他决定要采取直播那这一个部分这一部分这个是这个应该的说法是说是合议庭合议庭他们采取，他们认为说要直播那换句话说今天在行政跟审判这两个区块来讲，行政绝对必须尊重审判合议庭的决定那所以王光禄案是个案是最高法院承审王光禄案的这一个合议庭他们决定考虑要采取这一个方向，所以不是整个司法院关于直播这个事情所做的一些怎么讲事办做一些研究这个还只是就是个案，只是因为合议庭的法官做这个决定，觉得这是重大社会瞩目案件，就做这样的决定而已，所以跟你们司法院的一些政策没有关系。应该是说最高法院承审王光禄案的合议庭，他们并不是
因为司法院的政策。那你们会不会考虑，如果有这样一个试播，你们会不会尝试说在各级挑一些案例来做，好，看看社会的反应如何？如果大家觉得不错，觉得反应好，是不是有可能说服其他有意见的法官，或是你内部的同仁？我是说，这也是一个好的起点啊。所以你事前并不知情。那个合议庭的决议内容，一般来讲不会对外透露的。不是啦，这不是判决的内容嘛？这是他们在一个行政上处理的嘛？所以你们完全都没有这个知觉就对了。他们也王光禄这一件，他们并没有跟。那我的意思是说，那我刚才后面那个说法嘞，可不可以多做几个试播啊？这样那个我回归到王光禄他们这一个做法，合议庭如果决定要做啊，那一定是尊重他们的做法。那这一部分就如同之前在上一次跟委员您回答的是说，司法院会针对哈这个外国法制跟国内的实施的状况以及检讨讨论的东西来做一个最后一个定调。嗯哼，可是副院长，我意思是说，你还是在严拟法制层面之外、规范层面之外。我觉得你们还是一个态度，鼓励各级法院的合议庭来做这样决定嘛。好，就像你讲的啊，他们有自主性啊。好，那他如果做这样是社会好评，我就说你们还是要有个态度。好，比如说鼓励试播，好，鼓励来试试看。好，这个应该你们是可以做啊。像你讲的说啊，法治严厉好，由上而下就决定要做或不做，我觉得那搞不好冲击更大了。好，我可以理解，如果真的直播是会有一定的冲击啊。虽然我觉得搞不好这个加分比较多，正大于负。好，可是我意思说，搞不好鼓励一些这样的试播，所以你们不需要我的建议说，你们是不是可以采取一个比较鼓励的立场？好，不只是说啊，我们还在演你，演你太中性了。好，下午看到这个新闻，我就觉得很好啊。好。我本以为是你们政策性的试播，哦，原来是个案而已。就算个案，你们也可以有个政策态度，可不可以？可不可以鼓励一下各级来做这个事情？哦，这一部分我们会愿意去做研究，谢谢。哦，那副院长，那你了解，那他如果直播的话，他是透过什么管道呈现？啊，你没有去了解？这一部分我们的理解是啊，是透过哈，这一个。资管处啊，资管处，因为资管处他是一个专业的人才人来做，我知道，我是说他在怎样页面呈现呢，啊？他们提供了两个方式给最高法院去做参考。嗯，那最后终要怎么决定，还是要由最高法院。所以现在你也没办法跟大家讲说，如果我们想看的话，要去哪里看？这一部分真的没有办法确定。这个最后的决定是在最高法院的合议庭。副院长，我觉得打铁趁热，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情，而且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你们应该可以做一些宣传啦，媒体也报道啦，表示媒体也很关心这个事啊。好，虽然我觉得就是说你刚才回应其实是真的有点保守，我的意思说试播不是坏事啊。好，也不代表你们政策有改变，可是试播如何来看民众的反应？好，所以我才想说这到底是不是有方案啊。好，而这边讲说要用租，好，显然您不是要买固定的设备在那里嘛，哈，好，我是说这个你们都要做评估了，未来预算也有，好，上一次没问完再问一下哈，就说关于参审、陪审、官审呐，好，很多人在司法改革里面也有讨论很多哈，那到底您目前的方向是怎样？在问卷回答里面，其实几个位大法官被提名人，好，现在已经是当大法官了哈。也认同这个参审制，那到底这个有没有政策方向？这个部分在人民参与审判这一部分啊，这个我们的定调是留给啊这个国事会议、司法国事会议做决定。那你们至少要做一些幕僚作业嘛？那我们内部对不对？内部是有各国法之间的比较嘛？是，就跟直播一样嘛？对不对？委员报告这一部分其实在你们没有定见吗？没有一些立场吗？在之前啊，办理在推官审的时候，事实上各个法院也有在这一个模拟诉讼当中采取其他法制的，甚至于其他在这个学术研讨部分也都包含到。那你们有没有初步的结论？
这个这一部分啊，还是你们都开放，就交给这个目前来讲司法会议去做决定。其实法官内部应该会有一个讨论。但是应该只是内部而已，那至于将来的整个制度如何确定，还是要由国事会议来决定。所以司法院没有一个态度，目前没有。副院长，我觉得哈，关于直播这个事，我真的建议你们多做几个试播啦，试办，看一下社会舆情的反应。就像我上次质询的时候讲的，民众觉得司法接不接近，其实这个很重要。好，好，谢谢。是不是有请次长？好。市长你好哈，这个我想很多人关心了，就说关于起诉书还起诉处分书，不起诉处分书，结案后依然不能公开全文内容哈。啊，这个考量是什么？因为我有很多经验哈，甚至你突然接到一个不起诉处分书，你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好，那同一个案子，我的经验是这样，另外一位相关一起上节目的，他接到不起诉啊，结果我们是被起诉啊，这个差异你很就说，是不是能解释一下当时或是你们现在这个例子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么保守秘密，他为的是什么？跟我们报告一下，这个部分呢是有点观念上的差距的，因为法院的判决是法院组织法规定要强制公开嘛。对。检察署的这一部分没有写，没有写的话呢，比较保守的态度就认为说这里面有牵到各自，比方说就没有写，可是还是可以公开啊，因为你重大瞩目的事件，像319、洪仲丘、林义士都有。一步要让人民有知的权利，以政府之名公开，所以变成用那个新闻发布的方式呢，不写他的个人资料以外，只有写名字或陈全堂。这个也造成很大的困扰，人家说看不懂。对啊，不知道是谁啊，没有这么多圈圈。那委员这个意见的话，我们现在在深入的检讨了哈。就像你讲的嘛，法院那边可以，那为什么检察署这边？因为检察，因为过去考量是什么？过去反对意见是什么？侦查不公开，也许有后续的公动。啊，这已经结束了。但这个理由哈，有那个民间司改会也有提出来说不同意，跟委员一样不同意见。这个我们在检讨。市长，2014年那时候罗英雪还在当部长，我想那时候你也还在当次长了。他那时候回答由美女委员，他也认为应该走，好，他认为这对司法品质是好处。已经一年多前了，所以现在还没有定见。目前有应该有逐步来有最近会应该会有某些程度的改进了。好，我想说明一下，这些公开，尤其你都已经是这边讲的嘛，起诉书还起诉或不起诉，都已经是结束的事情了。我觉得尽量让他公开，就像我前面谈直播，就是说你司法让人民觉得有感觉，而不是让他觉得说是掩盖起来。我想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再一点时间，我们再做一个最后的，好不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徐委员。我们请蔡毅宇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那我们请副秘书长。请林副秘书长。委员好。秘书长好。秘书长，那今天哈，那我想跟你问一下，说关于我们现在监狱的整体的一个能力，也就是说法警的这个能力，目前呈现出来的，据这个法务部的一个统计，那在104年的时候，整个法警的人力是565人。那104年的时候，法警的人力是1240人。那所以呈现出来的时候，法警的人力是不足的。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目前在监狱中，那就毒品犯罪的部分。它的比例，如果现在所有的监狱的一个毒品犯罪的比例是 48.3， 那在这个 48.3 中，如果是单纯私用，就是说它不涉及到转让，不涉及到贩卖，只是吸食的部分，人数是9659人，那也就是说单纯私用的又占说毒品犯罪的就是 35.6%。那这样的一个数据呈现出来，就是说我们目前整体上整个司法的一个资源都用在
毒品，那尤其是在监狱的这一块。那副秘书长，你对于这样一个数据呈现出来，以及毒品犯出来后再犯率，那你对于这样有怎样的看法？这一部分啊，在毒品案件确实是因为啊，这一个那个交友状况或者是习惯上的问题啊，在那个离开监狱之后啊，这个确实是有呈现一部分的是在再度适用的情形。那这一部分啊，这一部分站在审判的角度啊，那我们只能针对啊他的这个错那个犯罪行为再做处理。那至于矫正这一部分，那就不是我们能够去处理，我们能做的是量刑这一部分。对。那所以我现在要跟副院长就说，因为这个有一点牵扯到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司法行政的一个政策，当然站在司法院是在审判这一块，那我想我们请次长也一并来处理这个问题。那次长就延续我刚刚问的，因为我最近从这个台北爆发这个 W Hotel 的这一个事件，所以可以呈现出来是说台湾的毒品泛滥是越来越严重，而且非常的猖獗。那尤其是在现在很多三级毒品的它的吸食的部分还没有入罪，它还没有构成犯罪的一个情况，就有太多的人在吸食，而且这样的吸食它的整个年龄层是下降的。所以既然已经发生了这样，已经出了人命，因为吸食上出了人命这个状况，我觉得法务部在此时此刻应该要对外宣战，要对毒品宣战，而且要很大力的找着包括把警政署的人都找来，调查局的人，我们的人说都找来，那对外直接对毒品宣战啊。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宣示。市长，你对于这样有？我同意，因为事实上呢，扫荡毒品的话呢，在总统、行政院长、行政院，里面有一个毒品防治汇报，对，都非常这几个月呢都一直在思考要怎么样的处理。这里面不只是只有法务部了哈，包括内政部、卫福部，我们法务部呢也责成我们台高检王检察长呢也在那毒，像上个礼拜我们就把毒品资料库建置起来。毒品资料库，毒品资料库哦，对，将来各个相关检察署。毒品资料库主要是要怎么呈现？就是那个人患的他的周边的人脉络，那也许我现在查我这个毒品，是可以查到甲乙丙丁，类似这样的。那谁可以使用这个资料库？一般的远景都可以。不行，远景没有办法。管制的就避免各自外泄，有管制的这个，想要王检察长比较了解，是不是？王检察长可以说明一下。好，那一并说明一下，这毒品资料库。上个礼拜我们才正式的这个揭牌，就揭幕的。好。好，报告委员，我们这个这个全国毒品资料库啊，它只要是由我们地检署检察官侦办的这个案件中查出他的上下游，将他们这些人的资料或是电话呢，这个纳进我们这个资料库。那我现在问的是说，有谁可以去使用这样的资料库？检察官可以使用。那还有呢？警察，警察呢？经过检察官这个同意，他可以要哪些资料？我们可以从这个电脑里面提供给他。那他的同意就是他要跟检察官提出申请，是书面申请吗？对对对对对，因为里面涉及很多这个动态的这个东西，而且有点呢是这个侦查这个事项在里面。所以就是远景，我在查办毒品案的时候，我想要知道关于这个人他的交友状况、他的脉络，可以可以，我向检察官。可以，那我现在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对对对，是。好，谢谢，谢谢。所以反毒这个毒品的扫荡这一部分呢，那个我们王检察长这边呢，他也是督导的全国的检察署会那个指挥检察机关，今年就至少办了3次4次的。市长，我呼吁一下，大毒，市长我呼吁一下，因为他 W Hotel 这个新闻他因为他带有一些另外的一些好像有一些媒体效果，所以在这两个礼拜是不断的报啊，新闻不断的报，但是我在这些新闻的背后，我事实上我更希望看到的就是说，包括我们法务部，包括我们警政署，在此时此刻应该要告诉国人说，台湾的毒品的泛滥的严重程度，所以我们要很召开一个记者会嘛，正式对毒品宣战。虽然你们有在做，我知道，我知道在上个月在台南有查获一批大两百多吨的高雄两百十八。
218吨嘛，两百高雄有查获一个218公斤的那个公斤嘛，公斤哦对，有台南也有，我讯息是有查获，所以你们是有在办，我知道，但是你们没有对外去讲的话，等于这些人还是不怕呢，他们就觉得说啊，抓是抓到，别人没抓到哇，哦，所以你们如果既然要正式召开，你们就法务部邀请卫福部，邀请内政部、警政署，哦啊，咱的大头啊，就站出来呛声嘞。哦，要让这些卖的人知道说进户是有要办的哦，哦，你们还这样不断的在卖毒，哦，我觉得这东西要宣示，哦，那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对毒品宣战，对于贩卖转让的这样的行为一定要严办。那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整个，我看整个我们矫正署，我们所有的我们在监狱的看守所的资源都用在这一些吸食的，但是我们目前对于整个这个吸食毒品。那他出狱后仍然是会有再犯。那目前我们还要去检讨说，哦，我们对于这个目前的农业的这个替代役，哦，那会可能会从这个外狱间的人来提供。那这样会有牵扯到吸毒的吗？不会，因为吸食的话，假如会派出去的，如果是吸食毒品的，我们第一个会从严来处理。第二个呢，假如他也真的有迁回了，我们也给他机会，但这个会是比较少数了，嗯，不是只有派毒品犯出去的，不会这样，嗯。那第二个的话呢，那毒品犯他将来出监以后，假设出狱后，我们希望现在的目标是希望结合监狱外，也就是说呢，围墙外的处遇，哦，结合社会来处理。这一点的话呢，华部跟卫福部还有内政部呢，也一再的在推展，像从社区处遇方面来。让他们减少接触毒品的机会。市长，我希望哈，我们法务部可以多知道一下全湾的侦查所在。嗯，现在侦查哈，只在征讨哈，像现在年轻人哈，尤其有参与到，哦，有参与到他们在庙会还是他们在一些社团中哈，有那种交友状况，只要一个人吸的一个结果哈，变得整个同侪之间都在吸毒。嗯，哦，所以这已经严重侵害到。我们台湾，我们下一代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青少年的一个他们身心的一个发展，但是我们对这样的状况，我们束手无策。目前我们能想象的就是说，他有吸毒，咱就把他一关，哦，把他抓去关。可是他关出来后，我觉得效果不大，啊。单纯的不是就单纯关了，要身心治疗了。是啊，是啊。第二个要防毒，哦，所以我们要防毒跟剧毒这一方面，我们就会请检察机关还有。那我们目前在监狱里面，我们对这些。单纯的吸食犯，哦，不涉及贩卖的，只有吸毒的，我们有怎样的一个处遇，让他跟一般的犯罪是不一样的吗？我们基本上是要让他们用当病人看，所以要引进社工师、心理治疗、心理师还有医生，哦，来做身心的治疗跟戒断。现在的人力资源够吗？不够，是不够的嘛？是不够。对，所以我们加强余地。嘿，对啊。目前我们大概，哦，初步就入监的话，就不能说入监了，到戒治所去。我们大概在，因为它只有两个月嘛，在33天以内要完成评估报告。如果有记忆吸食的倾向，那就要进入到强制戒治。对，哦，不然的话呢，我们就让他回归将来，经过法院裁定以后出，离开以后呢，希望结合社区处遇来处理，包括我们的根保，包括有一些那个社工团体，哦，像新店跟集美就有这样的团体了。我们希望结合这些的。好，吸毒的应该要好好的去让他戒毒了。好，这是一个大方向。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很需要的就是对毒品宣战。好，因为现在这整个毒的新闻已经在台湾笼罩两个礼拜。我跨界新闻，我觉得这个是不是都在变相的鼓励吸毒？好，嗯，去鼓励他们说，哦，我青少年去尝试嘛，他们在饭店里面，哦，那好像是，哦，那个。哦，好像就是那个场所是一个欢乐的一个场所，这都错误的，要马上对外宣布这样的行为不对，我们一定要查办，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蔡委员。我们先处理一下今天的上午的时间哈。我们上午就在所有的委员质询完毕之后，我们会休息20分钟，先简短用个餐，然后我们就会把礼拜三的议程提前到今天结束哈。我们中午不会休息哈。来，我们接着，孔文吉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不在，
何新纯、何新纯、何新纯委员不在；徐真卫、徐真卫、徐真卫委员不在；徐玉仁、徐玉仁、徐玉仁委员不在；郭正亮、郭正亮、郭正亮委员不在。我们请王惠美委员发言。主席，有请法务部，请陈次长。好，次长。来，这个今年六月啊，有一个美籍的那个男子啊，中大麻，后来呢，他在听宣判的过程中啊，就把自己的颈动脉割了死掉。这个案例你知道吗？在彰化，在彰化嘛哈。本席是彰化，所以我很关心这个案例哦。那这个个案呢，彰化地院啊，庭长啊，他当时表示啊，所有进入法院管制区都要通过这个感测门嘛，对不对？合理性来讲嘛，哈。对。但是呢，感测门有死角啊，敏感度低啊，加上法警啊无法强制来搜身啊，所以确实很难去这个防度有心人啊。那我现在请教啊，你认为像这样的一个安全维护啊，有没有改进的地方？我应该问司法院来。林副秘书长，委员好。那在有这个安全检测的设备之下发生这个事件，当然必须检讨。必须检讨，这么久了，检讨出来了没？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是真的是法警呢的问题呢，还是你们的设备有问题？这一部分跟委员报告啊，这个其实就是安全检测哈，它那个检测门如果啊这个有心的这个闪避的话，确实会有死角。不过在所以在里面上班的，包括法院啊、你们检察官等等啦、啊，要自求多福，对不对？是这样吗？不，这个应该是这样说了。是这样啊？不，就是说应该哈、啊，就是说我们会努力的去做检讨，因为事实上，不，这个报告，这个已经六月的事情，到现在你们到底结果出来了没？这个我原因在哪里？有没有改进的方案？那个。这一部分哈、啊，这一部分的具体的报告我请容许我回去之后再拿那个跟那个彰化这边哈、啊、做确定之后再跟委员做报告。那不过啊，这一个在安全设备部分，除了金属探测之外啊，有部分的法院是采取那个 X 光的检测啊，你们有没有精准？部分的法院部分嘛，还没有完全嘛，因为那个经费非常，所以这个问题要是在于你们怠惰，你们经费不足，没有去做好设施，还是因为法警怠惰？法警可不可以去给你搜身？其实就是说在你有没有给他基本的一个设施？我看现在法警去都这样，好像我们现在法警，那我觉得他们的定位很怪异，我觉得他们好像只是政府请的保全人士而已，你的相关的他的职权行使法相关的东西有没有授给他这个相关的一个职权？在那个安全戒护而且警卫这一部分，法警本身负有尴尬，法警尴尬，他负有这个维护院宇跟人员的安全，各法院跟地检署都定有相关的规定。都定有相关的规定嘛？如果说法警在执行这一部分有疏失，我们一定会做检讨。好了，要做检讨，你就只检讨法警嘛？你们都没有检讨，你们行政怠惰，该有的器材也没给人家，是不是？这一部分哈，这一部分哈，那一个器材部分也是会列入一个评估范围。那如同刚才跟委员报告的哈，就是说，如果要做很精密的这个检测的话，那个 X 光仪设备以及训练哈，都必须要经过完整的一个程序。好了，我这里只是要强调一下哈。法警他们的职权啊行使以及人员的编制，真的你们要多为这些人设想，你们要把你们需求往上报了，因为你们是一个总额嘛。我看你们这几年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你这个法官也好，检察官也好，增加的都两三百人，结果呢一个法警只是全部的法警所增加的是有限呐、啊，所以这个就造成人力很大的一个不平均呐、啊，好不好？在这个部分，我希望你们回去哦，好好的再检讨，该爱好人爱好人，我们跟他
我真的觉得呢，这个一些不太，真的是不太有法律上对他们的一些职权的行使，有的部分也没有给他们授权，那他们很尴尬，说警察又不算警察，说保全嘛，好像又比保全好一点点。好，那个位阶你们自己要去定位好了，好不好？好，来，我来跟法务部来彰化地检，几年了？彰化地检有四十几年了吧？是跟我一样年纪了。我跟外国在应该不好，再过几年哈，它就可以变成历史建筑物了呢。现在那个不能用了啦，不能用哈，不能用怎么办？我们现在已经报计划要个。你拢乌白讲乌白拆啦，有报啦。报都无效，你甲报去国发会敢无效？无问题啦。什么无问题？那无问题，你当时要去，你甲讲吼上好。你讲到这句话上好，无问题，当时要去。一个修正来报吼，唔是报国发会，报行政院啦。报行政院，即马许政委员伫审查，伊基本上伊甲阮讲会通过，因为吼，迄上久啊，因为48年，我已经48年个款啦。全台湾唯一的。哈，我有甲政委员讲吼，讲当初一年外前，顶年就答应讲委员啦，你有关机会。哦，你有要注意，我伫顶年就甲答应啦，今年嘛阁无啦，阁甲拍枪啦。而且毋知是钱的白上袂过，我只要今年有啦。啊，恁都恶极啦，恁敢甲送到，你甲送迄个国发会啦。哎，国发会要自偿率30%呢。不，没这样。今嘛免了。免了。昨天才改的啦，唔免。今嘛免啦。即卖已经市政委员遐已经部长嘛已经甲你是路见不平气死人，你知无？我嘛真受气咧，还不要这些地检署的检察官在反映，那个办公厅舍真的能用吗？不好用。你自己有看过了哈？已经搬过去了哈。我们在那边实在是你们自己行政怠惰，当时在盖法院的时候没有去把它法院地院帮他做成一个连署，今天的问题就不会那么多，对不对？法院都有钱，无咱都挖伊的税进来起的，那边开案子。对吧？司法预算独立的哈，换你司法。我已经被骗2年了哦。哎，你还在骗我几年？应该最近会有结果的。而且我们彰化真的是唯一呢，所有的各个地检啊，第一起啊，从来唔捌讲要甲人报国发会啦。无啦，拢爱，每一个起拢爱，包括甘肃嘛是爱报国发会啊。吼，爱啦，拢爱啦，唔是，袂当讲报国发会啦，伊是连相关什么什么什么自偿，公共建设。这个自偿率要30%，你即马是要叫阮地检大楼要来变商办大楼，让大家来去做百货公司来去买物件吗？对啦，地检那大楼即马是甲迄个行政执行署做聚会啦。哦，即马你有讲要做聚会咯？做聚会，无问题啦哈。啊，我即马看你的表演咯。好。啊，那你要为那些检察官还有去办事的人这些民众的那个。我嘛，听讲你今日我委屈啦。哎。哎，阿哥来，恁罚钱的恁的部分的，你们跟法院讨论。他有他的，你们有你们的嘛？当然是两个机关是分开，没有错。但你问的快点哦，我们曾经报给人事总处了，被打回票，哦，人事总处打回票，因为人的为了增加人呢、啊，是因为啊那全法经全台湾才2000多人啊，无选票，所以你拢唔惊得对来啊。今天我非常感谢说哈，许昭伟安排这一场的这个报告了哈、哦。那委员的意见呢，再综合起来，我们再拿这个意见来跟上级来报告。好了，有凭有据，你们就要继续去努力了。那包括他们的这个啊职等的问题，包括他们的职权行使的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是在这里啦。你们没有一个做一个规范哦，他们根本就很多力不从心呐。没错的，这个哈好像叫人家去打架，不叫人家去，根本就不给人家武器呀。嗯，这个没有道理的啦，好不好？但是可能太零散，我们把它整理。好，就是说明确的规定。那另外的话，我要再附带一下，你现在毒品的这个部分啊，这个问题你们在怎么处理？现在毒品已经在行政院呢，有统筹要我们几个部会来处理，就是法务部、教育部，还有内政部跟卫福部了，哈。统筹差在以前差在哪里？无你嘛，讲一点话吼，我这边讲，那边无要听啊，那样。啊，今嘛讲拢会听得对哦。行政院是非常重视，我没提到行政院。我跟你讲一个数字，我最近真的很害怕哦。嗯。我有一次去绕军哦，里面军中告诉我，有五六百个入狱的孩子里面哦，第一梯里面筛出100多个有问题的，筛到第二梯还有50多个有问题哦，这个是从校园里面就可能开始有了哦。对呀、啊，所以教育部要一定要。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除了教育部之外，我们法务单位哪较惊袂去惊老师哦啦。啊，对了，
对不对？我们看用什么样的部分，我们法务部分这么怎么样去处理，警察也好，什么剪掉什么都没关系。你们该怎么做？你们应该有一套的管出来，不然这下去真的很可怕。那个比率看起来很可怕呢。行政院包括总统都非常重视的，其实我们要努力去做，要认真的去做，没有错。好啦，这个意见我们知道。好啦，加油啦，好不好？哦，我彰化地检署哦。A 啦 A 啦 A 啦。啊 ，A 啦 A 啦。我已经被你骗两年，我要再强调一次哦。骗你啦。啊，真的啦。加油哈。好，谢谢。好，谢谢王委员。邱志伟，邱志伟，邱志伟委员不在。陈明文，陈明文，陈明文委员不在。好，现在登记发言的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了哈，询答结束。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的资料，以书面或以书面答复者呢，请相关机关尽速送交给个别委员及本会。委员徐玉仁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那我们现在在这边先休息，十二点半好了，好不好？十二点半我们继续开会，要来处理这个我们后续的这个基金的作业。来，现在休息。